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十人，以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4月25日上午9:06至11:58，下午20:07至6:34，地点本院侯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徐委员、曾委等15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宝清等32人，列席官员内政部政务次长陈纯进等，主席陈召集委员齐迈。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四案，审查行政院委员林淑芬等20人，委员郑丽君等35人，委员陈廷飞等23人，委员陈明文等21人，委员苏志芬等18人，分别拟具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或废止集会游行法草案案。第五案，审查杨尚君、何志勤、谢平全君等请愿案3案，决议依集会游行法部分另定期继续审查。二，请愿文书3案部分，请委员于审查集会游行法时参考，不成为议案。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7条之规定，送由程序委员会报请院会存查，并通知请愿人。散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会议的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好，我们进行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十案，审查行政院委员叶宜津等21人，委员陈廷飞等22人，委员高志鹏等21人，委员林淑芬等20人，委员李坤泽等28人，委员尤美女等24人，委员王定宇等18人，委员郑丽君等33人，及时代力量党团分别拟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我们介绍列席的官员，行政院简太郎秘书长，内政部的陈威仁部长，中选会的刘一洲主委，那其他司法院法务部、人事行政总处、全序部、交通部、经济部都有派员列席，做以上的介绍。那我们来进行提案说明。我还是以 有出席的委员先来做提案说明了哈。请郑丽君委员。主席大家好啊。公投法的补正呢，是社会倡议许久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改革。那在上一届的国会我们好不容易在委员会初审通过，但是非常遗憾的，在后续的朝野协商跟二三读没有能够完成哈，那么成为上一届国会的未尽之功啊。那我非常感谢陈其迈召委在我们新国会第一会期就来排审公投法的补正啊。说实在，我也必须说，为了这个公投法的补正啊。那么之前犹豫要不要入阁，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让我挂心的事情啊，所以我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我们陈召委能够排审这个法案。那我们都知道说，立法院从2003年11月27号三读通过公投法之后说要让人民行使宪法第17条及第136条锁定的直接民权啊，那么让公投的举办有明确的法源啊，但是整个公投法的通过却设置了诸多不合理的制度性障碍实质上造成人民受宪法保障的直接民权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贯彻，反而前置了直接民权的实践那么因此被称为鸟笼公投法。那么我们从公投实践的经验来看，2003年以来，我们总共举办了3次6案的公投，没有一个能够跨越高门槛来成立那么总共有10个公投联署案被公投审议委员会驳回，还有许多没有办法完成提案联署门槛的这个公投的复案那么有甚者呢，我们还看到前行政院长江宜桦院长这个间接违反公投法，本来想要发动公投那么提出一个反命题，
再加上公投法本身高门槛的限制啊，变成一个诈术公投哈，向人民来欺诈啊。那么整部公投法可以说是公仆欺主啊，政府应该是人民的公仆，但是却设置了一套法来钳制直接民权的行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部公投二法继续存在，就凸显台湾没有实质的民主啊，所以在此本席呼吁本届的国会，我们要有决心尽速的来把公投法补正还权于民啊，也展现新国会我们如果能够守这个这样我们公投法尽速的来补正啊，来展现新国会对尊重人民是国家主人的一个新的民主的一个态度啊。那么本席的提案啊，就分别就公投法诸多不合理的事项来进行修正。首先调降全国性公民投票提案及联署门槛，至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人总数万分之一及百分之一，并取消全国投票权人总数二分之一的公投案通过门槛，改为有效票之同意票多于不同意票数即为通过，也就是简单多数啊，简单多数。那么另外扩大全国性公投适用范围啊，将投资从不适用事项里面排除，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前几年因为国家重大的投资开发案，那么屡次的违反民主程序强行征收土地等等啊，造成怪手挖良田啊，所以本席将投资从不适用事项排除啊。那么此外，下修行使公民投票年龄到18岁，促进青年世代的公众参与。那么在其次，现行提案跟联署均以传统纸本的方式，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对于人民及社会团体而言造成不合理的过重负担所以过去的提案只有政党能够联署成功，所以本席来修正，要求政府可以建置电子提案及联署系统，便于人民来推动公民投票那么依照现行公投法所设置的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屡屡不当干涉人民直接民权的行使那么也来提出废除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让公民投票事项相关的认定回归中央选举委员会来处理，并且也赋予行政机关公民投票的提案权那么另外包括提案联署及门槛等程序，除了本法有规定以外，我们也放宽由地方政府以自治事项来定之那么落实地方自治的精神也可以因地制宜那我们呼吁说上一届的国会公投法没有能够完成那么我们希望说新国会我们能够让公投法补正走完最后一里路来落实宪法保障的直接民权那么敬请各位委员支持谢谢。好，接下来请时代力量党团那个黄国昌委员。赵伟还有所有院内的同仁，那今天代表时代力量来做这边公民投票法提案的说明事实上心里的感触非常的多。在二十世纪末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非常多长期针对台湾自由民主的追求做出重要奉献的前辈，包括蔡同荣先生，包括林益雄先生，对于要求还给人民公民投票的权利这件事情积极的倡议。而在2003年的时候通过了现行的公民投票法。可是没有想到2003年通过这一部公民投票法所造成实际的效果反而是让人民受到宪法所保障公民投票的权利被绑死在这部法律当中，根本没有办法获得实现。那从过去2003年一直到现在，我国从来没有一次有效成立的全国性公民投票这样子一个惨烈的事实，就可以看得出这部鸟笼公投法到底有多荒谬。那反而是曾经成立的地方性的公民投票，竟然是在排除了现行公民投票法有关于投票门槛
的设置限制，才有办法有效成立。那这是一部啊荒谬而侵害人民宪法直接民权的法律。那过去这么多年来，非常多啊的民间团体、学者、专家，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已经成为国会多数党、民主进步党啊的朋友们，积极努力的推动啊公民投票法的补正。那我自己啊，在2014年的时候，也参与了岛国前进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在全国各个地方去提倡普政公投法的理念。而在去年410还权渔民运动的时候，跟很多的民间团体大家共同的合作，发起了普政公投法还权渔民这样子的一个运动。那那个时候也曾经啊，以 NGO 的身份到立法院来监督整部公投法审议的过程。那非常遗憾的，如同刚刚郑丽君委员所点出来的，在上一届的国会当中没有办法完成这项任务。新的国会承载的人民新的期待。那在这边啊，我相信，我也希望在新的国会这一次的会期当中，我们能够把过去十几年一直努力没有办法完成的目标，在这次国会当中啊予以实践。那这一次时代力量党所提出来的公民投票法的修正草案里面的诉求跟架构，基本上是沿袭着去年410还权渔民运动的时候许多民间团体所共同提出来的诉求。那除了提案门槛的下修、联署门槛的下修、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这个组织的废止，以及双二一投票率门槛的下修之外，那这部法案还具有的特色啊，包括了希望将公民投票的公民权利下修到18岁。那同时为了要使得在整个提案以及联署的过程当中能够更为便利，建立了电子联署系统。那电子联署系统也可以跟啊本委员会日前针对有关于罢免权啊的行使所进行的重要修正的那个电子联署系统相连结。那希望透过这一些权力行使程序的简化，能够让人民在代议机关违反人民的意志的时候，透过公民投票的方式来矫正代议民主所产生的缺失。那同时为了要保障啊少数族群啊的权益，在时代力量的版本当中啊，也特别增列了原住民的知情同意权，在涉及原住民族相关的公民投票的事项的时候，让他们有机会在这个程序当中表达原住民族啊他们的权利。那最后建请内政委员会的同仁们，那能够支持这一个修法的改革方向。那我相信各个提出来的版本可能在彼此之间有细微的不同处，那但是整体大的方向啊的改革方向啊是一样的。那时代力量愿意在公民投票法的修正上面跟所有有志于还权渔民的立法院的同仁们一起努力，谢谢。好，接下来由美女委员。主席，还有我们在场的委员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本席跟顾立雄等24人，
那鉴于呢，国内这个已经迈入到高龄化跟少子化的这个人口结构的转型呢，可是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重大的政策的决定呢，都还是缺乏纳入青年的这个意见的机制呢，那没有顾及到世代的正义，所以呢，这个公投法呢，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是努力的民间团体呢，努力的非常久的啊，这样的要求废除鸟笼公投，那希望把这个门槛降低。那经过这么多的努力呢，在这个上一个会期呢，上一届那没有办法通过，所以呢归零。那在这个会期呢，我们期待说公投法真的能够下修门槛。那关于公投法的这个完整的版本呢，刚刚郑丽君委员已经提过。那在这里要补充的就是要降低这个所谓的这个公投的这个投票的年龄等成了到18岁，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呢，这个青年呢，其实参与公共事务，尤其太阳花学运之后，我们看到青年呢大量的投入到整个一个公共的议题，所以呢，对于公民投票呢，更应该下修年龄的到18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说，在现行的公投法里面，它只是规定说，中选会呢，它应该用公费呢，在全国性的这个无线电视台的频道呢，提供时段给正反意见的支持代表呢，发表意见或是进行辩论。可是，那它的实施办法是由中选会来制定。但是我们看呢，过去我们国内呢，不只是这鸟笼公投，那同时呢，对于它的议题的这个辩论呢，事实上呢，只限于这个正反意见的支持代表来发表意见或是进行辩论那它里面呢都是由专家学者来担任主持人，那提问正反双方，那缺乏利害关系人或是团体代表或是专家学者能够出席来发表意见并且提供佐证的这个机会，所以呢特别呢提出修正公投法第18条的第二项，要纳入利害关系人或是团体代表、专家学者呢来参与发表会或是辩论会的一个机制，那便于呢民众呢他在投票前能够有这个完整的资讯来作为判断的基础，所以呢在这里呢也特别规定说，应该要把这正反意见呢他列为中选会应该公告的事项，让人民能够充分的得到资讯来作为判断说他是赞成或是反对的意见。那另外呢，为了强化公投这个的参与呢，那特别在第18条的第二项也增订说，中选会应该以公费提供给正反双方来制作呢宣传的影片，那在全国性的无线电视频道呢提供相等时段的一个播出，那且受指定的电视台呢不得拒绝，来保障人民充分而且完整的资讯的取得权。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就像上一次核四公投，那政府呢以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资金呢投进去，可是对反对方呢他却没有相同的时段那相同的资源来做宣传，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法里面呢能够规定说，在这个正反双方呢他能够武器对等，机会也对等，那能够同时呢政府应该提供公费来给他们呢就是有做同样的这个提供制作这个短片，然后呢同时播出的这样一个权利。谢谢。好，接下来陈廷飞委员。谢谢主席哈。公投法它立法的初衷原本就是宪法所赋予人民创制复决的公民投票权，所以一直也是说要对人或对事的一个直接民权。可是我们知道说，公投法从2003年通过之后，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的制度设计反而阻碍了人民落实直接民权的可能，而且对于公投议题提案还有联署投票门槛以及案件通过与否，公投法它设置高门槛，还有很多不合理的障碍，造成宪法所赋予人民的创制与复决权的基本权利已经形同虚设，完全不符合民主国家的一个精神。而且我们现在的公投都要经过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来把关，来决定公投是否要成案，而且这个公投审议委员会可以说是让我们所有的学者专家都认为说，它根本就是一个委任公投甚至限制人民行使直接民权的违宪机关，让民主人士认为它就是一个公投法的一个杀手，甚至对于我们的一个民主先进的一个台湾，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更是会变成是一个阻碍。所以我们以 ECFA 为例，
当时候在这个公投的部分，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的委员完全无视人民要求公投的一个诉求，用了一些技术性的一些枝节理由审查公投提案的内容，四度驳回人民要求 ECFA 进行公投的诉求。所以我们发现说，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完全就是限制人民行使直接民权的太上皇机关。所以我们认为说，今天我们为了要让公投法真正能够执行，也就是要修改它的一个门槛，所以包括公民投票案的一个提案人数门槛是不是要降低，还有我们的整个联署人数的部分是不是要降低，甚至公民投票案投票的结果是不是要改采简单多数决的一个处理，我们都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修法能够把这些问题把它一一处理，甚至把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来做一个废止的动作，也就是把它取消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设计。所以我们相信说，透过今天的修法才能真正让我们的公民投票能够真正付诸于人民执行的一个权利。谢谢。好，那接下来请这个行政院检秘书长说明。其他这个提案委员，我们等他有空过来的时候，我们再请他做提案说明哈。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今天贵委员会审查叶委员、怡君等21人。陈委员、廷威等22人，高委员志鹏等21人，林委员淑芬等20人，李委员坤泽等28人，尤委员美女等24人，王委员定宇等18人，郑委员丽君等33人，时代力量党团及本院所提出共计10案之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人应邀列席，深感荣幸，敬请各位指教。公投法从1992年12月31日公布施行以后，至今已经办理6项全国性公民投票及3项地方性公民投票。对于促进民众参与公共事务，透过公民投票表达意见，具正面功能及注意。尽管公民投票实施以来，公投法已历经3次修正，为社会各界对于重新思考公投法制的走向仍有不同看法，并持续提出诸多修法的建议。为具体回应各界对公投法的关注与修法讨论，本院前经审慎检讨及广泛征询各方意见，以就扩大实施不在籍投票制度提出公投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并于102年4月25日函请贵院审议。是为自贵院第8届会期结束仍未完成立法，为持续促进各方意见的整合凝聚共识，本院已于贵院第9届第一会期开议以后，在105年2月1日前将前开修正草案重新函请贵院审议。以下仅就本届委员与党团提案主要关注的议题，这里面包括纳入领土变更案的复决、删除行政院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组织及职权、调降公民投票之通过与提案及联署门槛、降低公民投票年龄到18岁、全国性公民投票实施不在籍投票、建制电子提案及联署系统，以及新增行政机关提案权等，将本院立场向各位报告如下。第一，有关纳入领土变更的复决部分，1994年6月10日修正公布的宪法征修条文第1条，也将领土变更案修正为公民投票的复决。第4条并规定，领土变更案的提出，需经立法委员1/4的提议，
四分之三的出席，以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的决议，并于公告半年后，经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投票复决，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使得变更。鉴于宪法对于领土变更案的提出程序及通过门槛已经有规范，领土变更案的复决尚无纳入修法的必要。有关删除审议委员会组织及职权规定的部分，公投法第二条已经明定公民投票的适用事项及排除事项，设置审议委员会处理各项提案之审核事宜，确有必要。另一司法院释字第645号解释理由书载明，审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系就各别性公投案审议是否符合规定而属得交由人民创制或复决事项，具有协助人民正当行使创制复决权的功能。此外，有关审议委员会的组成，公投法第35条业经贵院98年6月2日三读通过，将委员任命由各政党依立法院各党团席次比例推荐方式修正为明定委员具有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额二分之一，有效维护该会的公正性及独立性。基于上述各项原因，审议委员会的相关条文仍以维持现行规定为宜。第三是有关于调降公民投票的通过与提案及联署门槛的部分。现行公民投票通过门槛的规定，可确保公民投票案具有一定比例人民认为确有必要，并愿投票表达可否的意见。如降低通过门槛，恐使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意愿，有违民主原则。自提案及联署的门槛，也具有确保提案公共性的功能。内政部曾经在1999年及2001年召开座谈会及公听会，一位人员针对提案及联署门槛是否条件仍意见分歧，未有共识。鉴于门槛过低将造成提案过亿而生之意与腐烂，并增加行政及社会成本等问题，且未来如采行公民投票电子的提案及联署系统，以降低难度，是提案门槛可适度调降，为调降幅度尚待大家共同进一步来讨论。至于联署门槛，我国跟欧美国家相较并无偏高，考量办理一次全国性公民投票耗费不支，且如未来采行公民投票电子提案及联署系统，以适度调降联署的难度，仍以维持现行规定。第四是有关于降低公民投票年龄到18岁的部分，刚刚也有委员也提出这个议题，也做过说明。我国选举投票权的行使年龄，依宪法第130条的规定是20岁，而公民投票权行使年龄则参酌选举权行使年龄，也定为20岁。有关公民投票年龄由20岁调降到18岁的提案，系为促进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增进公共议题决策正当性，利益良善。考量公投是对事的投票，选举是对人的投票，两者同时参政权的一环。有关公民投票权跟选举权行使年龄，到底要不要把它分开？一个是20岁。一个是18岁，或者是两者应该合并为一，同样的年龄，以做差别规范或做一致性的规范，建议大家可以共同讨论，审慎考量。有关全国性公民投票扩大实施不在籍投票的部分，不在籍投票的推动，是为方便投票权人履行其投票参政权利，确保参政权的行使。经检讨现行公投法，就全国性公民投票仅开放投票所工作人员得在工作地投票所投票，
为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落实人权保障。本院已提出实施不在籍投票制度的公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并于本年2月1日函请贵院审议，也敬请大院能够支持。未来经立法院通过，选民将可申请跨县市移转投票，节省返乡投票所花费的时间跟金钱，便利人民行使投票权，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让台湾民主迈向新的里程碑。第六，有关增列行政机关的提案权部分，行政机关推动施政，可主动提出重大政策及法案，亦有许多征询民意管道，尚无需主动提案办理公投。为避免行政机关推卸责任或提案对抗立法机关，对于赋予行政机关公投提案权的必要性，需再审慎研酌。有关建立电子提案及联署系统部分，在现行公民投票的提案与联署规定系采纸本方式下，如兼采网络方式进行联署，对于减轻提案人的负担，避免他人冒名或伪造联署情势，均有正面效益。另于执行层面上，结合网络科技进行公民投票提案联署，为各国民主实务发展趋势，未来如今立法通过，将积极规划落实。以上的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接下来请陈部长，内政部陈部长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安。今天贵会审查相关的有关公投法的相关的部分条文的修正案。那么，因为公投法在主管机关是在行政院，所以刚才这个行政院简秘书长所报告的，我就不重复。那么这里面这个行政院版的部分了、那么我们是在105年。的2月1日送到大院来审议，这里面主要是包括这个国内投票权人适用以本人亲自在投票日当天前往投票所投票，同时可以采用跨县市移转的投票。那么至于时代力量党团提案建立增订不在籍投票的规定，全国性投票的投票权人采移转投票方式，以方便投票权人履行及参政的权利，扩大政治的参与，与行政院这个草案的修正方向一致，本部竟表赞同。有关党团提案另针对军人、警察因疾病、身心障碍、生产或受伤不良于行者，以及在监狱服刑而未褫夺公权者，实施特色投票所方式，涉及公投执行的层面，建议参酌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意见来办理。至于是否修正公民投票适用的事项以及排除事项，是否删除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调降公民投票前行使年龄及调降公民投票提案联署及通过门槛等，建议参酌行政院的意见来办理。以上报告。好，接下来请中选会刘主委。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哈！非常感谢内政委员会今天邀请本会来就我们看到所有的那个有关那个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来做说明哈。那因为主管机关是行政院嘛哈，那刚刚简秘书长已经做了详细的这个说明，那我们。中选会仅就这我们在过去执行这个投票的过程里面，跟中选会有相关的这个部分呢、几个事项呢、向各位提出报告，请各位委员来指教哈。第一个有关于那个全国性的公民投票的主管机关部分哈，那因为有委员提到要请中选会来主管啊，可是这个部分呢，因为全国性公投事项涉及各部会业务事项划分以及中央地方权限争议了哈。
那这种争议的事项，主管机关应该有协调统合高度，有一定的统合高度，这是我们的意见。第二个，有关全国性及地方性公民投票的适用的事项的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在我们过去执行的过程里面呢、也有发现，就是关于公投标的啊，到底是属于创制呢，还是复决呢？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关于创制跟复决，它的法律效果不一样，所以我们建议在法律当中做明白的定义啊。那有关投票年龄下修为18岁的部分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原则上我们是乐观其成啦。不过我想我们也赞成那个刚刚行政院的意见，就是因为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它都是属宪法保障的参政权啊，我们觉得也是应该并同考量的啊。关于现行的公投法第10条跟第14条的规定，有它不一致的地方。那这个不一致呢，包括它的这个提案收受的这个审核机关受理公投审核程序跟期间呢、还有相关机关提出意见书的时间、通知进行公投联署机关规定的不同啊，这些差异呢，其实我们在让我们适用的时候有。有一定的这个障碍啊，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修法的时候明确规范啊。关于这个电子联署系统的部分，我想我们已经在关于罢免权的行使这方面做的这个决定啊。那我们现在是在中选会呢，是把关于总统候选人的联署啊、公投的联署，还有那个罢免案的联署呢，并同那个规划了。我们希望这个性质上相近的这个联署，这个希望能够纳入同一个系统来供那个选民来使用哈。有关于这个全国性公投提案及联署门槛的这个部分，我想这方面我们原则上尊重各方的这个共识，但是呢我想也在呼应一下刚刚我想行政院的意见啊，就是说要成案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社会的这个资源，行使复决权，当然行使公投权是一个权利，是一个价值。那使用到公共的资源也是另外一个价值啦，这个价值之间的平衡到底应该如何呢？我们觉得是要适当的考量，所以合理的门槛我想是必要的啊。那另外比较少人提到的是有关于募集经费的部分啦，我们的公投法第21条是有关公投案成立以后可以募集经费从事相关活动啊。那这个性质上是政治现金法第2条所界定的政治现金啊，我们建议在比较细密的，就是把这个政治现金这个部分呢，建议依照这个政治现金法或准用该法的规定呢，一并纳入规范啊。有关实施这个不在籍投票的这个部分呢、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乐观其成啦，因为在选举的在投票的作业上并没有障碍啦。那至于刚才陈部长所提到的是关于那个军人、警察或因病身心障碍、生产受伤、不良疫情这些人呐、他们的这个不在籍投票啊，那要采用哪一种不在籍投票方式来行使投票权呢？我想我们可以再考虑，因为不在籍投票一定是多轨并行的啦，那有关的那个公民投票，意见发表或辩论会相关的那个修正的部分呢、我想我们有几个意见，希望能够请委员那个来斟酌的哈。第一个是公民投票公告的时候，公告发表会或辩论会的正反意见部分呢、因为公民投票意见发表会或辩论会在公民投票公告后办理，公告的当时呢，正反方的这个利害关系人或团体代表还没有确定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公告发表会或辩论会的这个正反意见了。我想这点也是实际上的一个困难。第二是我们目前办理的这个意见发表会或辩论会，除掉那个发问人、具有公证人数担任之外呢，正反双方都可以邀请跟己方意见相同的人来担任代表，所以他们也可以邀请利害关系人或其他的这个团体代表或者相关的学者所以我们就另外再去邀请这些人来，是不是有必要？我觉得请各位委员斟酌啊。
那本会在办理公民投票的时候，已经使正反双方有公平发声的机会了哈。在要我们用公费在全国性的无线电影提供时段哈，进行辩论或者是意见发表哈。那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再用公费去做那个宣传影片呢？这方面我们也请各位委员再做斟酌哈。这是我们就实际上这个执行的时候碰到了一些问题啦的提出报告，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询答，那我征求各位委员的同意，我们本会委员发言的时间8+2，非本会委员的时间发言时间6+2，登记截止时间，第一位委员发言完毕之后，我们登记截止。各位委员，可以了哈，因为公投法这个我们这几届都已经审了非常多次了，所以大概一些争点都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本会委员8+2，非本会委员6+2，登记截止的时间是第一位委员发言完毕之后，我们登记截止。好，那我们请第一位登记发言的委员庄瑞雄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我请我们内政部陈部长，好，我们行政院陈部长来，兼秘书长，都上来，庄委员好，我定我早，秘书定我早哈。我要来先来请教一下那个陈部长啊，我定我记得在几天前呢、对，马总统到彭佳屿哈。做行李要去哈，有，我记得他在那边也很幽默了，他就提到了什么台日这个一月协定啊，谈完以后啊，他说谁不开心啊，一堆人做斗趣的讲鱼不开心啊，总统也真欢喜啊，对吧哈？也就是说，总统其实他到了彭佳屿去以后啊。他在谈论的就是说，他为这个国家，为我们的渔民，因为他提出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主张，他认为对渔民是有贡献的。那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公布几股料，那四月七八代志嘛哈，今天到20几号呢，差不多还没20天的时间呢，你看我们。小琉球渔船，安尼去到迄个冲之鸟呀，伊不那得安尼一不做二不休，总啊，国家就那掠去啊，这样的一个行径啊，让人痛恨。我记得311啊，日本大地震啊，我们国人同胞是展现的那种人道的一个关怀啊，很多人掏腰包。大家也许有特殊的感情，我钱打了一滴客，爱关日本，甚至于这只熊本呢，这个爱得当啊！我相信我们，只要日本有任何的事情，有任何的一些灾难，我们自己，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啊，这一种对他的一个关怀啊，从来不落人后。所以这一次。我们小琉球这一艘渔船在冲之鸟这个地方被日本给这样强行的一个掳走，然后让我们渔民自己去啊找钱借钱汇到我们外交部所指定的一个我们外管的一个账户里面呢、我身为选区屏东的立法委员呢、我感到啊非常非常的一个愤怒啊。所以我要请教秘书长的是讲，秘书长你马上屏东了哈、这件事情可恶在什么地方呢、国家碰到这种事情，本来该一致对外，总统也召开了国安会议，是啊，总统政府该有这样的一个
作为，也该有这样的一个高度。可是必须要发现行政院各部会出现一个整合上的一个问题。我昨在咱东港咧拍卖迄个地卖的乌托洛，我去甲问咱沙志一副主委啊，我讲副主委，我们在别的地方我们会护渔，在冲之鸟这个地方，我们有那么多的渔船在那个地方作业，咱安怎来不会想到去别个护渔？伊个印安怎来做出边？顶礼拜我叫上个礼拜叫他们去啊，无去啊。这件事情一发生啊，本会刚好在审机会游行法，我就两头跑。早起是咧创啊，你敢不知？甲咱渔业署里啊，我还特地叮咛我们的渔业署啊，往这段期间呐、啊，大家开始在抓鱼啦。我们的暂定执法线，你画出来以后啊，哪些渔船你该如何的一个部署啊？不要有所闪失啊！政权在交接这个过程里面呢、啊，兵荒马乱呢、啊，但是啊，渔民的权益啊，一定要去做一个维护啊。所以我相信呢、啊，本席除了强烈谴责日本政府以外啊，我也必须要去讲，我们也不能跟着我们政府的脚步的后面啊，底下在放马后炮啊。对外，政府有责，但对内，我们行政部门里面，是不是该做的没有做到？秘书长，你有感觉不？这一次没有看到富裕啊！中日渔业协定哈，这个谈判的时候有一定的范围了。冲之鸟大概它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是啊，我嘛知道。但是这是。坦白讲，这是一个礁，它不是一个岛，冲之鸟的礁了。所以，行政院那个张院长已经表达很严正的立场。那这个部分，我们除了表达严正立场之外，我们虽然钱先汇过去，并不是代表他们是合乎规定的。先把人回来，然后接下来可能这个部分透过外交部各方面还是要继续去协商去谈判。当然，这个刚刚需要透过外交部。刚刚你提到一个护渔的部分，我非常赞成。像菲律宾海域，我们在家抓灰黑尾的时候，现在我们都派人护渔。那这个部分大概以往都认为可能不在于啊有争议的范围，结果这一次发生了，当然这个部分。未来就是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个重点，我们要去处理的。所以我刚刚哈，非常遗憾的，丹伯定，我记得你在这个马英九总统在干台北市长的时候啊，他自己曾经去讲过、啊，他说在2005年那时候，你搁底台北市政府嘛，干部局长嘛，哈，是，那个是马总统在干台北市长的时候，他自己怎么讲？伊讲啥物咧？规当时伊咧读车时，讲在那市长任内的时候，刚好在也是在冲之鸟这个地方发生我们的渔船被日本给这样粗暴的一个对待，他就感受到他内心呢、啊、就很痛苦。渔民向他陈情，逮不起定的时候冲之鸟，这中痛的时候哪都得冲之鸟。我很大的感慨就是说，跑到彭佳屿去，他说台日啊，经过17年这样的一个谈判呢、啊，整个协议让两国的渔船都可以再钓一台啊，啊，讲他们给我这一个作业，一个名节出来，那好了，在那个地方信誓旦旦的去讲，主权不让步，那渔权呢就大进步。可是，在这种。非主权，我们非主权所及，咱的办案的渔民底下去用球。其实庄委员，这个两个不冲突了哈。我想，这个台日渔业协定增加了台湾7倍半的这样的一个海域的作业的海域，这也是事实。但是这是冲之鸟啊，这个礁，它这个发生问题的地点呢、啊，是在冲之鸟礁的南方、东南方150海里的地方。我都改讲较具体耶，你也拢看新闻呢。我跟秘书长感同最深受，就从我们的鹅銮鼻向东多1000公尺海里的，这简单。
所以我们特别有感呐、啊。我顶我这个不是你的业务啊，海巡是内政委员会，但是人叫做行政院海巡署嘛，无你管呐、啊。对。啊，嘛我所以我就歹问问你伤济啦，但是问题讲秘书长，你甲看这个案，安尼以后全部都是出了事情以后，全部都是渔民交钱，搁22天呢。这22天里面，万一再发生事情怎么办？到现在也没看到，我们渔船也没有过去啊。那基本就是钓鱼台，遐个坑两只，伫巴丹岛菲律宾家，啊，咱嘛个坑两只，哇，厉害呢！海跨懵懵啦，咱无要求讲咱的政府大家拢总会当搞啦，咱无戆家呢，你知不知？但是这款会产生争议的地方。那如果这几天我们的渔船又到冲之鸟这个地方去了，秘书长，你有感觉吗？知道了，已经在有在研究研究这个事情了。所以我感觉这样哦，这个咱除了讲哦，谴责日本政府，还有政府的更强烈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作为以外啊，我特别要在真的实在是要在从整个实际面来里面，请你们要特别去思考啊。也许你们会认为说22天后就新政府啊，新政府你直接挂搞，搞不好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从实际面来讲，剩下二十几天，很难期待一个快要下台的政府再有强烈的一个作为。可是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实际面的一个困难点，所以才在这二十二天里面呢、啊。这拜托啊，秘书长嘛，不会，实在吼，不会因为520，结果就荒废职务，不会的，会是职务不会。不然这政治话拢安尼讲啦。一定不是。啊，但是这真正无做嘛，无你甲我讲海巡做哩多嘛，你甲我讲渔业署做哩多嘛，你注意甲看哦，主席对不起，在这件事情在18号哦，日本的保安厅哦，就发了一个 mail。给我们的渔业署哦，渔业署也真的去告知小琉球的议会哦，黑龙江和平议哦，甲总干事讲，甲理事长讲，理事长佫拍电话，甲船长讲，伊讲你来设计呢，日本来飞人机底下呢，啊，迄船啊，连咪来呢？我们的潘姓船主就很好玩，他就跟他讲说，你莫甲讲遐啦，莫听无啦，甚物爱设计，变来设计，海看懵懵啦。我伫只做位安尼会使袂？伊个事安那敢讲？你毋知？你若毋是伫12海里哦，无要紧。19号，我们的渔业署再去通知小琉球的渔会，都大概拢伫遐回来回去啊。18号当天呐、啊，日本的保安厅来发 mail 给渔业署，黑马不安好心，因为看到咱遐船啊真济，不敢给我们下手，结果。春节假期中，你看没有？这真可恶呢！这个大国，你看没有？弄柿子挑软的吃，落单的时候要给你了。没有错，将来这个护渔的范围其实可以再检讨了。对，所以我干嘛讲？必须因为偏偏咱来自屏东了。对。昨天 我跟你的心情完全一样。是啊，昨天家属，暗时那个跑过来的时候，我跟他讲，伊在主场一趟啊，伊跟他讲啊，必须我要劝告你哦。他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当日本保安厅发 mail 给渔业署，啊，咱去甲通知咱的渔民，渔民很明确的问我们的渔业署讲说，我是会当大只掠的。渔业署讲，你只要卖你12海里就会使啊。结果就卖掠去啊。昨天晚上，船长的老婆啊，妈妈啦，船东的老婆了，潘太太了，拍我，伊讲委员啊，拜托你一件代志，渔业署甲讲会当大掠鱼。即卖我鱼仔船你用扣去，囝去用掠去，啊！你即卖即条钱170000，你鱼仔鱼业署要甲处理无？钱先送过去，最主要是把人先放回来救回来优先啦。后续的事情，我觉得政府机关会协助来处理的。我讲啦，秘书长啊，实情都不是这样啦。是在该一致对，我不是没攻击了，但是要深自检讨了。外交在斡旋，斡旋个鬼哦！斡旋到最后结论是什么？那个账号是谁给的？你知道吗？
170,000哦，是渔民甲日本家讲的呢，佮毋是外交部讲的呢。外交部只提供给外交部那个科长啊，只告知我们的渔民。哎，这张浩立啊，你该回去家。我还特地去问我们渔业署，为什么上一次还我们渔业署的秘书去做担保，让人跟船先回来，这次渔业署躲起来了，不见了。这是让我最愤怒的地方。秘书，你个真清楚嘛，对不对？顶抓是政府来报警啊，这抓政府走一堆。这个详细的内容，当然我没有那么了解了。那个，我想不是政府，你说该当人民的后盾，可是到最后变成什么？那那渔民家己底啊，在拍拼，在奋斗，任人宰割啊。今天一个迄个农委会无来吼，所以你因为你忽然咧问到这些细节的，不，我拢无甲你问细节啦，我咧甲你讲政府的态度。当然，政府要专力维护我们的渔民，这个100%正确的。所以拜托啦，这22天哦，这个日本啊，先不来甲谴责啦，这个让人愤怒啦，咱对人也袂歹啦，咱台日关系，阮民进党嘛介袂歹啊，感情嘛袂歹啊。对，动作粗暴啦，对。对不？对。这当然，国人一直去谴责他，但问题就是说，不能让出了事情以后，让我们的渔民，让你那孤单无辜，尤其是我在这边提出事情哦，秘书长，过22天呢哦，这22天，你哪个发生一只？哎，展现了一下肌肉啦，主那应该去嘛是都去啦，顶抓，你讲你钓鱼台啊，那记者大概有后续小盆，你知不知？无嘛，船仔伫遐互相大家喷一下水一下，统合一下，秘书长，因为渔船上我出代志的，查拢咱屏东啦，是，唔是小琉球就单讲啊，好不好，秘书长？嗯，我跟你的心情一样，谢谢，我们一起来关心，谢谢。好，接下来陈怡杰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有请秘书长跟陈部长。好，请两位。陈委好。秘书长早哦，那部长早。哎，刚刚那个，因为今天龙工我最帮要帮他声援呢，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哦，其实之前那个有关中日渔业协定，其实发生事情的时候，最多就是日本只有强控我们的渔船嘛。那这一次其实针对这次的事件，其实我真的希望就是秘书长这边行政院一定要硬起来，不要让我们说好像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好像渔民的性命不如诈欺犯的性命哦。所以这个部分哦，还是希望秘书长这边可以硬起来。应该没问题吧？我看这个问题哦，总统都已经召开国安会在关注这个问题了，表示整个问题的焦点从总统一直到行政院，我们会全力来。所以，我们渔民的命跟就是权力绝对不会不如一个诈欺犯吧？在这里应该可以保证嘛，对不对？不然整个事情的态度不能说，因为我们好像现在人可以回来了，感觉是因为付保证金，就是保释金啦。而且本席也在这里要求说，保释金的这个部分，还是希望你能够配合渔民把保释金要回来。这个部分做不做得到？那我们来努力了。对，要尽全力，好不好？不然到最后好像感觉两岸共打跟那个中日渔业协定都好像形同虚设，好不好？跟两岸共打没有关系。有啦，我现在在讲给陈威仁听的啦。两岸共打狂起来嘛，跟是形同虚设。中日渔业协定嘛，刚刚形同虚设。形同虚设。有啦，这该抓的还是有抓了。对啦，但结论我们上次讨论过了啦，对吧？不是，好，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秘书长哦，因为从大选结束到现在，其实很多政府官员越接近520开始有一种那个脱序的行为啦。那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大家都说这样是因为九局下半的原因，那我想请教一下秘书长，认为最近行政机关回呛立法委员的行为跟九局下半有没有关系？还是你的幕僚有没有九局下半的问题？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只是跟陈部长说的，就是说实话。啊，这个都一体适用。哦，一体适用，好，所以没有关系。时间都应该说实话，做实事。对，那既然没有九局下半的关系，那我要问一下秘书长，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的口头报告
有关来纳入变更领土案删除审议委员会公投门槛降低投票年龄不再籍投票，你们的说明的内容跟去年四月八号你来本委员会报告内容一模一样。当然一样啊，这个不变的、啊、立场完全一样。这个我们的领土要变更，我帮你收集这个资料，这样子我早上认我也有把我上次的报告拿来比较过，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除了提案人不同以外，你出委出其他的立场一样的坚守的立场，绝对是不会变的。对，但这个就是我要问你的，你的第二份报告了哈，104年4月22号的时候有说，本院已定于4月27日办理公投法修正公听会嘛，就公投案的提案的门槛，然后会广会大家意见，做后续制度的探讨，对吧？后来是内政部，后来公听会也开了，对吧？结果内政部开的，对，反正公听会开了，结果你今天的报告第四页啊，你写内政部曾于99年及101年召开座谈会跟公听会，然后与会人员针对提案及联署门槛是否调降仍未有共识。你现在还在用99年跟101年，明明你104年4月27号就有共识要开公听会了，那你应该是用最新的共识啊，还是公听会之后的说明啊？你这样照抄就算了。你连这个细项，你还在用99年跟101年召开公听会的内容啊？的确，那时候你现在是你总是糊弄谁啊？那样，你家你有看不？我当然有看。对啊，不你总，因为你说行政院的立场没有变，好，那没变，而且你四月我这也看，对，4月27号的时候，内政部有召开过会议，这个部分。所以我的意思说，你不能糊弄我们，就是一字抄来抄去，抄的都一样就算了。你还在用99年跟101年的公听会的结论，认为大家都还没有共识，所以你照抄的这一份东西呢，立场不变是应该的，一字一句都没有更改也是对的。然后接下来我一个部分要请问你的，在104年的4月22号，那时候我们实质审查的时候，哈，你有讲。经过你们研究的结果，同意由5%调降为3%，这个都是你们精算评估过的。可是你今天的报告也是说还是一样没有共识，所以针对这两点，我想因为新国会已经成立了，重新提出了很多的版本。我们原来支持降到3%呐，3%，那3%是不是就是最后的公约数？这个都还可以再讨论的。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反悔了？没有反悔，没有没有反悔吗？不然这样说好像那如果上一次的内政委员会通过的，这一次都能接受？没有啊，因为3%是大家上次在实质审查的时候就有共识的嘛，而且你有说也精算过，这个是行政院这边。但是新国会不一定有共识，我们新的这个今天这个不一定有共识啊，也许有人好提议降到2%也有可能啊。那3%是你行政院的态度，是你可以走的啊，这跟今天朝野没有共识有什么关系？你要把你的态度就是讲出来啊，跟你可做不可做的，这样你报告才有意义嘛。而且这就是我讲的，你的公听会也开了，照理说你也广纳各界的意见了，可是这是你广纳各界的意见以后给的答案嘛？就是你的报告你也没有改，你也在用99年跟101年的，就大家还没有共识，所以你照抄糊弄我们都是应该的。内政部召开了这个会一样也没有共识啊。不是啊，可是你不能用99年跟101年，你104年就开过了嘛。我们写的时候，就是那个数据可以再引进内政部这个话。不是嘛？说话艺术工，你这样的态度就像酒局下半嘛。如果干妈新政府要执政，干你再怎么讨论，就这样就没有关系了嘛。不会。部长你也太多了，你干嘛你敢丢？你用招操一模一样哦。不要一直。你还领金呐、啊？你来无讲啦？我们的态度一直一样，就是说对于这一个。啊，这个公民投票的这个，我们4月27号有召开的专家学者的啊这个座谈会。那么在这里面呢、啊，的确当时大家认为公投审议的机制应该维持赞成调降提案这个啊提案联署的门槛，但是对于调幅要怎么样，
没有一致的看法，就是可以调那个千分之五，可以调，但是在这个部分，调到四三二一，大家没有共识。对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用这样子的态度嘛。接下来就说千分之三是你们能做的，感觉就是行政院这边已经反悔了。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另外一个，按照宪法征收条文的规定哦，就是我们现在立法院即使通过领土变更的部分，一定要交予那个公民复决嘛。那现在公投法加入领土变更案，为什么行政院反对？看起来是这样。那请问这个反对理由跟问题点在哪里？宪法的规定，既然宪法有规定，就要按照宪法的规定来。如果你用公投法来规范，假如有些的规定超越了宪法，那就违宪，当然不必要，就按宪法的规定来处理，所以不必放在公投法里面，是这个意思。对，所以你觉得不需要放，但是不必要。对，但是这个就是我想跟你讨论一下现在实际的状况。比如说现在中共在国际上其实处在打压台湾参加国际性的组织，对不对？然后呢，美国又说台湾要加入 TPP， 美国猪感觉就是向台湾要付头期款，你要接受美国猪，我就让你加入 TPP。 然后日本呢，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扣押渔船要赎金。那现在到底是怎么样？感觉就是一大堆国家都在欺负台湾啊。那这样我不懂，如果领土变更这个版本，行政院反对的理由是认为是哦，因为这是宪法，我们不能违宪。那为什么这么？现在看来就是换了新政府，世界也在变了啊，态度也在变了，好像开始都在台湾都在欺负台湾啦。那我们为什么不行？就让他把这个公投，把这个领土变更公投的这个议题放在那边，让未来2300这个要怎么走向起码就应该。那现在你已经宪法已经规定，除非你来修宪了，或者没有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你不用排除，就是说我的意思说，我们今天不是我的意思说，你应该要交给就是未来的2300万的民众，或者是后代的一些子孙去决定嘛。他可以决定，因为公投法看起来十年内他都不可能发生的嘛。那你不认为我们现在台湾也被欺负的有点？好像也很委屈啊，你不认同吗？我刚提的那几点，你不认同吗？那是不是黄欺负嘛？还是你叫干嘛讲安尼黄欺负是应该？台湾长期以来，我们所面对的，尤其是两岸跟外交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大家共同要去努力的。但是的确，我们是有些部分我们处于弱势。今天跟我们建交的国家，跟别的国家建交的国家，我们比别人少，所以我们要比别人更努力。常常会碰到外交的事务、两岸的事务，这不是努力的问题，要来处理，要来解决。问题是现在看起来就是一堆国家在欺负台湾了、啊，因为新政府要上任，感觉世界都变了、啊。欺负台湾，我们本来国人就要更团结，大家硬起来，团结一致啊。那行政机关要就是秘书长要先硬起来，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了、啊，接下来就是说，是不是应该是我们要把这样子一个领土变更，我们不要说支持与否，但是你也不要好像在这个当下的态度，就是说我就是反对，因为这就是违宪。我觉得态度应该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宪法已经有明文规定了，不要再故意在公投法里面。对，这就是我等下跟你讨论的嘛，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也可以考虑把它留着当台湾的武器嘛，去跟各国宣示啊，因为我愿意未来是怎么样，是由台湾人决定嘛，不是让特意的，譬如说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时代力量或任何一个政党来去决定，这应该要留给台湾的民众去决定，不是今天站在立委的立场，我自己的立场，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自我排除啊。你为什么要自我排除的这个部分？因为为什么我跟你这样子的讨论？其实就像你说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我国领土本来就没有涵盖中国大陆，那这对于20岁、30岁，甚至像我这个轻中生代而言，你这个就是像国王的新衣啊，好听就国王的新衣嘛，你难听就脱裤子放屁啊、这个、不是吗？这个问题讨论起来相当的复杂啦，不是用相当复杂，我现在想跟你讨论，就是因为两岸的关系复杂，才有大陆地区人民、台湾地区人民这样的分野嘛。所以秘书长，我现在从头到尾跟你谈的这个议题是在讲态度的问题吗？态度，就是我希望你还是就是说，把他我们自己不需要自我排除这个部分嘛，我们应该由台湾人自己去决定。没有排除了，这个跟这个排除没有、啊、没关系啦。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可以自己去思考。另外一个部分啦，我其实就是我也认为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也担心说支持公投，其实没错是人民的权利啦。那很多公投应该是针对一些重要的议题，那就是未来如果门槛下修，会不会变成所谓的公投法变成 iVoting 2.0？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希望你们也再去做多一些的考量。我们不是反对，但是要怎么去做一个最全面的一个实施，我希望就是秘书长这边。我同意你的看法，好不好？对，谢谢。好，那个接下来李俊毅委员。
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行政院检秘书长。好，李委员好。秘书长早哈，辛苦了哈。早。秘书长，咱这第几摆讨论公投法？我袂记得很多次了，做这摆嘛。那我先确定一下了哈，就是行政院目前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嘛。好，行政院目前的态度没有改变，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公投审议委员会，你们今天的报告说还是有存在的必要，而且现在已经不按政党的比例 来处理了嘛，对对，所以已经有它的公正客观性，65/4有公正客观性嘛。好，那第二个就是门槛的问题嘛。那门槛事实上内政部也召开过这个座谈会嘛，好，那结论就是说其实有修的必要，但是修多少没有结论嘛，是不是这样？好，这个是目前行政院的态度是这样。是是，好，来，我请教这个秘书长哈。你知道我最在意的就是公投审议委员会嘛？好，我们先从公投审议委员会来看起。来，下一页，公投审议委员会其实大法官解释就讲到了四字第65号，他说公投审议的机制并不在协助人民实现主权，而在限制人民意志的形成，有违主权在民的原则，有违直接民主的原则。你也看完了。那是大法官会议里面个别委员的一些的见解，这是协同意见书。对对，他们个别的见解，但是最后他的决定并不是这样。来，我们来看公投审议委员会是不是真的有它的意义跟效果？公投审议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让大家诟病说它是一个太上机关嘛，人民联署的那么辛苦，就公投审议会公北塞的北塞嘛，是不是呢？就否决了人民的行使主权的意义嘛？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我们从过去历次以来，公投审议委员会行使这个同意或否决，其实看起来就非常清楚，这个除了第一个案、第二个案是总统交付，他就没有审议嘛，啊，游锡堃提的不合规定，王建轩提的合一规定，游锡堃又提的不合规定，再下一页，来，萧万长提的合一规定，江炳坤提的合一规定，蔡英文提的不合规定，黄坤威不合规定。那现在造成一个现象啊，公投审议会历次的审查变成是政党在决定，他不是依照有什么理由，他是变成政党在决定，都有事实上是造成这样，都有理由了，都有理由啊，理由就是说他现在就剥夺人民联署的权利。如果说公投审议委员会今天不要他隶属在行政院之下，应该要有一个替代的机制啦，替代的机制，否则行政院这个将来行政院自己来做决定，那更不公平正义啊。这个我也问过你嘛，好，这个我也问过很多次。全世界有公投审议委员会这样的机制的，有哪一个国家？世界各国里面有一些是宪法法庭，没啦，也有一些是宪法法庭，也有一些国会的，没有没有，也有一些是国会的。国会审查、宪法法庭审都有了，所以法院、司法院呐、国会都有了。比如说这些了哈，这个机关蛮贵啊。行政机关当然我也问过你啦，公投审议委员会有这样的机关的设置，全世界只有台湾一个国家了。全世界只有台湾一个国家，所以我刚刚你把公投审议会设在行政院底下，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太上机关嘛，否决人民的权利嘛。也很多的国家也有行政机关，没关系，因为哈，老实讲哈，这个问你也不公平啊。好，下一次的。这个行政院院长和行政院秘书长来，他如果这个不改，我一样盯他了。好，他如果这个不改，一样盯他了。对了，还有二十几天，我认为新的行政院也可以去对有新的想法。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说，其实我们立法委员的我们的态度一致嘛。今天既然审查，我就要问问行政院的态度。你们的态度我刚才问得很清楚，你们态度没有改变。那这个我们说得很清楚，我认为这个是不合理嘛，这剥夺人民行使主权的权利嘛。行使权力的这个一个太上机关，然后告诉我说我几十万人联署，然后他告诉我说可以不可以？那如果那个审议委员会要由行政院自己来做决定，这样不是更不公平？到时候就是宪法法庭的问题，那个我们有另套的设计嘛。所以我也跟你谈，所以要有替代嘛。我刚刚讲过，如果不要要有一个替代。但是公投审议委员会我们就不认为它应该存在嘛。那我们尊重。好，那第二个问题是有关门槛的问题哈，来。秘书长，我刚刚好像听到你有回答其他委员一句话，你说现在的门槛其实不会比其他国家来高，是不是这样？对，是这样。好，来，我们来看下一页。这页我们先看现在第一阶段大概要90,000人，第二阶段大概900,000人，那第三阶段就是正式的公民投票大概要900,000人，所以我们公民投票现在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次通过了，对不对？好，那九十九万人跟900,000人，你认为这个高不高？
第一阶段要90,000人，第二阶段要900,000人，你认为不高吗？你认为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没有什么太大差异？提案的部分好，来，然后偏高了。下一页，下一页。这个是我花时间把所有的资料找出来，各国的比例、人口比例跟联署的比例，哈、哦，联署的门槛，台湾是第二阶段900,000人，立陶宛是50,000人，哈、哦，那跟人口比例比起来，立陶宛是占人口比例的1.47%，哈、哦，西班牙1.26%。奥地利1.23%，其他都在一以下。全世界最高的就是台湾，不是3.9%，不是台湾4%，不是台湾。李伟，我跟你报告一下。来，你讲，你讲的。这个德国各邦的规定呐、啊，虽然不一样，但是一般联署的门槛是4%-20%。美国各州联署门槛也不一，你讲的一个是州宪法是4%-15%。我知，我知道你一定会这样回答啦。好、啊，我告诉你非常清楚，我查过了，不是这么一回事啦。好、哦，德国是邦联啦、啊，美国是联邦啦、啊，所以各州有不同规定。对，下一页。对对。其实非常清楚嘛，这各国的比较嘛，到底它的比例多少很清楚。来下一页，来再下一页，来。哎、欸，不是，来回来哈。一列一列无人倒，免看哈。我来问你哈，其实各国来再下一页，各国非常清楚。你刚刚说那个比例很高的，其实是宪法修正案，不是一般法律的公投。不是、啊、地方的公投。我拢查个不是，我刚不，我讲德国跟美国那个是公投了。来，哦，台湾的宪法是要50%嘛，瑞典的宪法修正案才有50%嘛，韩国宪法修正案是50%，跟我们都一样嘛。丹麦一般的法律案只有30%嘛，对不对？然后瑞士、哦、然后法国、奥地利都是比我们低呀、啊。只有台湾最高啊！这个、我们以前都讨论过啊。韩国的嘛，赶快的。韩国的通货门槛没有，韩国的通货门槛跟我们一样。韩国的一般，你看着看清楚哦。韩国一般的法律案是1/3以上投票，而且它是相对多数。哎，哪一个是要绝对多数？哪一个是要过一半的？没有嘛，没有嘛。所以现在问题非常简单，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公投审议委员会应不应该存在？意大利的法律互决也是跟我们一样，因为意大利足清楚嘛，意大利跟台湾嘛，啊，意大利先啊，意大利所有都要宪法法庭通过。波兰也跟我们一样，意大利都要宪法法庭通过一般法律的公投啦。政策互决，你们要搞清楚。有啦，政策互决的。有啦，波兰是政策互决。我们都有收集资料，安定会的讨论过啊。对，所以这个非常清楚嘛。所以现在其实看起来是怎么样？第一个问题是在于公投审议委员会嘛，第二个问题在于门槛嘛，对不对？那门槛内政部也开过会，学者专家认为说可以修嘛，只是修多少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嘛。好、哦，那以你们现在的行政院，你们反正还剩20几天，你哪别盖啊？哦，你哪别盖？那我在这里把我的立场讲清楚，如果下一届的行政院再上来，哦，他同样这种态度，我们一定盯到底。一定听道理，这个是人民权力的行使的方式。结果你们想尽办法限缩人民权力行使的可能性嘛，这就是问题所在嘛。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公投法从通过到现在，大家都拼命在补正公投法，因为要改变这个鸟笼公投。不是，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不是，是为了怕少数人来为多数人做决定，违反民主程序。少数人为多数人做决定，就是公投审议委员会。你是说，你十几个人在咱决定讲，你九十万人的联署拢无效嘛？这个才是少数人为多数人决定嘛？这个就是剥夺人民行使权利的自由。所以，比如对，我知影啦，你也就通过啦，哈，你特别来只引通过，引的态度也无。像通过门槛哈。通过门槛是50%，过50%，然后50%的1/2，这样最多就是25%，只要超过25%的话，你们是算1/2。所以过去的6次公投为什么过不了？非常清楚嘛，因为门槛太高嘛，要公民人数的一半以上、欸，啊，高100万人、欸，但选总统都无高100万票啊，那要看议题、啊，对不？啊，所以很清楚嘛，议题也没有到这个嘛，看议题，所以。现在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如果现在行政院的态度还是这样，其实老实讲、哦、那你们现在也不可能改变嘛，你们剩20几天，你们也没有面子、啊。这个是我们行政院的版本，我当然我要照行政院的版本。对啊，这是你们行政院，所以蒙你老实讲也不通啦。啊，但是我要跟你讲、哦、就是公投法的审议最后的决定还是在立法院啊。那当然，还是在立法院。那当然，哦、所以决定权在你们，我们态度非常清楚。今天既然审公投法，我必须再问一次行政院的态度。那如果下一届520以后，如果行政院还是这种态度，我照样抨击到底。所以非常清楚，我认为两个部分：第一个，公投审议委员会一定要废除，哦，他不应该由十几个人来决定人民可不可以公民投票，
因为公民投票是人民的基本权利。第二个门槛的问题，我们比较起来，事实上台湾的门槛比其他国家高太多嘛。你们每次跟我讲都是德国，每次跟我讲都是美国，美国跟这个德国，一个是邦联，一个是联邦，连这个本来就没有法律的一致性嘛，所以他的问题不在这里嘛。啊，你们唯一提得出来是人家宪法的修正案公投的部分。所以不要用宪法的修正案的公投来告诉我说一般法律的公投，你这样够不公道？你举例嘛，我讲，这个美国一般法律的创制跟负责案是2%到15%。美国并不在每一个州都有法律的创制负责，不，它有高低嘛，哦、你知道有的二，所以每一州、啊、有的二有15%都有了，它有高低。啊，你五为九五，五为九五，你利用在美国做的都不准。美国是先进民主国家，当然也是很好。所以我们来讲话就清楚嘛，全国的一般性法律的标准，台湾是最高嘛，没有错嘛，我没有讲错，对不对？人口比例算出来，我也算给你看呐、啊，3.9哎，占人口比例的3.9，全世界哪一个跟我们比我们还高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这样嘛。好、哦，那我再一次表达，就是说公投审议委员会，我认为不应该存在，这个我已经讲多少次了。那第二个门槛，我们认为应该降低。未来的政府也一定要面对这个人民如何行使权利，哈，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彻底的把它改过。那我今天只是要确认一件事，现在政府是不可能做到的。谢谢。是。好，接下来赖瑞龙委员。好，谢主席，请那个简秘书长。啊，那个秘书长。好，秘书长早好。我想我还是要先提一下啦，因为台湾四周环海啦，那我们的渔业、我们的海洋其实都很重要啦，是是，那发生这个这次这个事情，对，我还是希望那个能够，虽然剩22天啦，我希望最后这个看守内阁还是能积极的动起来啦，硬起来啦，针对包括像不管是外交部渔业署或者是海巡署的部分，义不容辞，对，这一段时间一定要积极的来保护我们的渔民啦，不然我们的渔民真的是很弱势了哈，是这块请这个秘书长务必要回去在院里面在协调的时候或转达了哈，是请各部会务必要积极协调动起来。是，那再针对今天的主题的部分，我还是要提一下哈，我看了一下行政院的版本，好像只针对不在籍投票，其他部分都没有提出相关的修正。对，好、所以院的态度还是只有不在籍这件事情而已。那其他的看法呢？包括刚刚我刚听了哈，公投审议委员会大概是你们还是赞成要留着了哈，至少现在的院的立场。那另外像包括降低年龄的部分呢？降低年龄的部分是可以考虑的，是可以考虑的。那为什么院没有提出版本？院提出版本？哎、我说院的部分好像只谈不在籍投票而已。这个部分是可以讨论的，可以讨论。上一次投票的门槛限滑修正案也提案门槛跟连锁门槛的部分，院的态度都是不宜跟不宜变动。提案门槛是可以考虑的啊。提案的门槛，提案嘛可以考虑，联署的门槛，我们是认为还是维持现在的。好，那简单多数这个部分，最后的改简单多数这块部分，我们认为以目前来看，涉及到全国性的公投，事关重大，不宜再。事关重大了哈。不过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其实院里面也可以提出更进步的版本了哈。我这其实从2月新的国会成立以来，其实有一段时间，看委员们提出相当多的版本，我倒觉得其实当然剩下22天啦，那但我只是说其实。行政院的态度其实可以更快一点，有一些想法的部分的话，特别上一次也都已经出委员会了哈，如果想法其实是可以提出来了哈。好，那因为我看我刚刚听了李俊毅委员的哈，跟秘书长有些看法不一样了，然后我想我直接问一个，里面很多委员是建议说未来这个相关的事务由中央选举委员会来处理，不知道秘书长赞成这样的看法？如果主管机关改为中央选举委员会，现在的这些架构是可以调整的。是可以调整。目前因为主管机关就是行政院，所以我今天来做报告。对对对，主管机关。对，主管机关下面以目前的规定，下面你说由行政院来做决定，那更不公平客观嘛。好，那所有一群专家学者，21位的专家学者来做决定。你说的是公投审议会这件事情。对对对对对。好，好。所以如果公投审议会会除，所以秘书长是必须要有新的替代方案。所以你个人是赞成，就是如果未来如果移给中央选举委员会来做主管，那个架构要重新再调整。所以你不反对这样的一个方式了哈。好，那这样我就让秘书长先休息一下，我想问一下刘主委了好吗？刘主委，对，主委刘主委刘主委来。
主委，我想顺着刚刚秘书长讲，那如果将来这个整个主管的业务转由中央选举委员会来主管的话，不知道您的看法？我们是认为，因为全国性公投涉及的那个事务哈，其实是涵盖到这个各部会啦，还有中央地方这种争议，那种争议哈，需要比较能够综合全盘的那个高度来处理啦。那中选会以现在的这个层级来讲，我想我们做的一些决定，我们还是要配合行政院的。对，不过如果以主管机关的话，你们作为一个主管机关，因为我看院里面的有的一些相关的资源很有限啦，我现在看来大家好像蛮多的都是希望是由中选会来担任这个主管机关的角色。目前在运作的时候，他如果立法院通过这样的话，对中选会的执行上有没有什么困难？执行上应该还可以啦，这个我们会尊重立法院的。好，那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啦，主委这边哈，对于那个投票年龄的下降部分到18岁、您看法呢？我们过去一向讲说我们是乐观基层，但是呢，因为投票权包括那个选举罢免窗子赋权啊，我们觉得这个最好是一致，所以如果可以透过那个選舉處理，所以主委您的看法是全部一致都改成18岁是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啦，全世界的部分齁，其实现在还在20岁的真的少之又少了齁，几乎全部都是在18岁，甚至有很多的国家，苏格兰、奥地利、巴西、阿根廷都到16岁齁，那其他的国家几乎多数都已经到18岁，所以台湾这个部分真的是已经远远落后国家的，而且18岁坦白讲已经承担了相当多的责任了，甚至年轻的世代18岁他们已经在改变国家很多的一些事项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最多的啦。对，所以我真的觉得不应该用这么高的一个高的年龄来限制了。我想这个大概也支持了哈。那另外，公投审议委员会，我不知道诸位您的看法呢？公投审议委现在的一些状况，我想以现状来讲，就是说在行政院底下设一个公投审议委员会，我觉得是有它的必要的哈。那当然，如果照刚刚委员讲的，就是说，如果是由中选会来主管的话，那我想那个是另外一种情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李俊伟有提到了，其实十次的一个公投审议委会驳回的状况里面啊，包括党产的部分驳回了哈，包括用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包括整个 ECFA 的问题哈，甚至于包括核四的部分的问题。全部都把它驳回啊！当然有很多是程序性的一些，就是内容上的一些争议。但是我讲的是说，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民的创制复决公投的一个权限，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去挡住，我认为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争议性的了。好，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有审，就是审查这个部分哦，恐怕是必须的，因为公投是一个要耗费大量资源的一个活动哈，那个审查的本身是在确定说这个是不是在法律上有没有跟其他的就是有一致性啊。主委，如果将来移到了中选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机制方面是让大家比较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是反对这个他的案子成立啦，因为他有经过提案、经过联署的这些过程嘛哈，那只是说在这些过程中，如果他有一些是因为文字上的疑义或者相关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制度上面可以去协助他把那个文字方面理得更清楚，而不是直接否决掉这样的方式的？我想那个在做最后决定以前，都还有个公听的过程嘛。那这个公听的那个过程，其实是可以让大家可以表达不少的意见，可以去处理这个事情。对，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了哈，这个他当时的提案，比如说我们举那个尤锡坤先生当时提到的这政党的那个他的驳回的理由是违宪，好，其实我也看不懂为什么违宪了哈。那另外他说违法不溯及既往了哈，然后另外他有说什么这个提案针对中国国民党了哈。啊、当时的党产如果不谈中国国民党，真的也不知道谈哪一个政党了，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就很像刚刚李俊伟演，其实很多容易陷到了那个政党的那一块的思考里面去了。包括本案并无需要，第四点里面也提到，抱歉文字比较小，他说本案并无需要，因为已经有相关立法院有7种版本在审不当党产的条例了，但是也就是因为立法院他没办法完成人民的一些想法，才需要让人民直接行使他的公投权嘛。我的意思说，像这些审议委员会，他的驳回的理由、否决的理由，其实看来是矛盾的。我认为是有一些矛盾点的了，所以我才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将来的部分的时候，我觉得也许还有一些时间啦，因为我们还修法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主委回去可以再思考一下了哈。我想这个也许将来中止当然会落在中学的，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更能够让人民的这个直接民权的部分是可以落实。我想，公投权就是要避免的哦，像过去如果某一政党完全在立法院长期的多数的时候，那几乎他反对的事情，大概人民的很多意见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哈。那当然现在有政党轮替、国会轮替，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但我说还是要让人民回归到他有直接民权行使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才是确保人民的相关的一些权益的。我完全赞成这个委员这个意见哈。但是我想我们在报告里面也提到说，公投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了解。好，这个请那个主委后续上可能要再多费心。那另外我想还是来谈一下那个公投的那个门槛的部分的问题了哈。现在的总统的部分哈，他一个人领表，然后1.5%了哈，他就可以了。那他通过当然是相对多数，但我们现在的公投哈要5%哈啊，然后5%的联署门槛哈，甚至要2:1了哈。我们知道那个2:1难度是非常高的哈。对，现在全国级的公投是没有任何一个案子能够通过的。那地方级的是因为他放宽了，他把这个2:1门槛改成是简单的，所以变成是有机会来通过了。那时候我看有一个案子是通过的，这个连江县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个案子通过。这个部分不知道主委你的看法呢？东部也是通过的啊。对。主委不知道你的看法，针对于那个门槛的部分的降低的门槛的部分，我们也在报告里面说到说，其实我们比较在意的是说，你联署成案的那个部分，我们比较在意啦，就是说，因为你就是要动用社会资源呐，我们觉得这个部分要有合理的门槛啊。那所以提案的部分，主委是认为可以提案的部分，我们觉得比较可讨论，因为现在很多的委员有提出，比如说像1/1的版本这样，主委的看法呢？1/1我想也还可以接受，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提案的部分比较是，它联署的部分如果有1%这样的看法呢？这个我尊重，我们尊重那个那不过主委是希望不要降到太低了哈，让联署上面。对，因为他要成案的话，就是那通过的部分如果采用相对多数呢？以我们看其他国家的这个比较多数的话，最少要有一定的这个让我们说服大众说这个是一个民主程序的一个门槛。对，那主委你的看法呢？怎么样是能够说服大家的一个？至少让大家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代表这个社会一定多数的人的意见。那您有不具体的一个，你认为大概要什么样的是？目前是没有啦，我觉得这个很多委员的意见都可以参考。OK， 好，谢谢主委，辛苦了，谢谢。好，接下来洪忠义委员。主席哈啊，请那个简秘书长，还有陈部长哈，还有刘主委哈，都一起上来。洪委员好。秘书长好哈，那部长好，主委好哈。我想啊，在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修订之前，我们的主管机关还是我们院内嘛，对不对？行政院。还是我们行政院嘛，行政院，对不对？ 对。所以啊，这一次我们三个单位都提出这个报告，那提出报告，我们这个三个单位之间有没有先互相了解，然后互相协调之后再提出这样的报告？我有看过两个单位的报告，有看过两个单位。我要送出来前，他们的大概的想法。报告有些内容我有看到。我想啊，在这一次还没有修订之前，其实是已经报告过很多次了哈。刚刚您有回答那个李俊毅委员嘛哈？那个之前在1992年公布之后，有修正过3次嘛？那秘书长，你知道这修正的3次，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吗？修过啥改？最主要就是那个原来哈，公投审议委员会的委员哈。是由政党立法院的政党比例去分配的，大法官会645号解释，您认为这个有不宜有违宪啊，所以就把它改为由行政院聘请这个外面的，就是意思说立法院剥夺了行政院的行政权了，所以改而由行政院来聘的专家学者，这个是最主要的修正了。其实哈，那个秘书长，你刚刚讲的应该是重点了。在前面3次的修正哈，包括第7条，包括42条，包括64条跟35条哈，我想哦，修的部分都不多，没有像这一次
这么多了哈。那我先问一下那个我们内政部哈，那个部长，你在今天的口头报告里面哈，你大概有提到三个部分嘛哈，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在那个不在籍投票的部分，我刚刚看过资料，我发现我们三个单位的都是一致啦，好，那另外哈，我想那个部长，你提到说哈要特色投票所，那要尊重中选会的意见嘛？可是我发现中选会他没有表示意见呢，是不是？请我们中选会再说明一下。因为我刚刚口头上其实有一点补充了，就是说特色投票所，在大部分的选民这个部分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特别的那个身份的人哈，那要怎么样去特色？我想这个我们还需要再斟酌一下，因为像不在籍投票这样的一个制度啊，很难用单一的方法去处理啦，所以我们会再去研究一下，说用什么样的方法会比较合适。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三个单位哈，目前对这个特色投票所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嘛。那内政部的意思就是尊重你们嘛，啊，你们没有讲意见嘛，对不对？好，另外哈，再问一下哈，那个公民投票适用事项及排除事项哈，还有删除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我想你们这三个单位有共同的意见吗？因为我看内政部里面写到的，就是应参酌行政院的意见办理了，那是不是那个秘书长你再说明一下哈？因为公投审议委员会有关于他是不是就是公投应该符合公投法的相关事项，如果由行政院来做决定，可能更不合理，因为行政院一做的决定，大家一定说行政机关自己决定的啊，所以我们设一个公投审议委员会来把这些相关的公投事项把它处理，然后再提供给行政院。行政院大概都会照公投审议委员会的意见去处理，不会去改变它。可是哈，我觉得这个意见哦，跟今天提出来修正的委员的意见哦，应该是都相反的啦。这里边那该谁？我想多数的委员还是认为说，这个审议委员会哈是有疑虑，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有疑虑要改变的话，用什么来替代？如果这个替代的性质可以达到公投审议委员会的目标的话，我们也会接受啊。那目前用什么来？用宪法法庭吗？用什么方法吗？我刚刚有提到一点，就如果用中选会主管机关将来改为中选会，这个提出就可以改变了。你现在这个公投审议委员会如果由行政院来决定，更不合理了。那个秘书长是。我想啊，刚刚那个我们主委哈回答赖委员哈，其实主委的意见，他并不希望他成为主管机关哦。我刚刚仔细听是这样子，你认为说这个层级，主委，你认为这个层级必须拉高嘛？是不是你们也在推卸责任啊？不是推卸责任，就是这，因为如果我们这个层级，我们做的这个决定的话，因为中选会是在行政院底下的一个行政部门。我想刚刚院长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未来修正通过，也有可能修正为你们中选会是主管机关嘛，但是以现在中选会的意见就是认为说不宜修正，还是要维持在行政院嘛，是不是这个意见？你的报告里面是这样子哦。我们说如果是放在还是维持现在的状态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公审会可能还是要继续。那个主委，你里面是写这样，主管机关应具协调统合高度之机关啦，所以我才认为说哦，你认为还是维持现状哦，由行政院来统筹嘛，是不是这样子？对。好，那另外我再问一下哈，那个秘书长，我想哦，你是目前的这个主管机关哈，对，那你针对那个中选会他们有提到说哈，这个有关募集经费的部分，那个我们现在主管机关的看法呢？募集就是如果办理公投的话，可以募集经费来办理，这些是有可以考量的。可以考量，是因为目前并没有明确。你要办这个公投，你需要经费嘛？我知道，你们经费交了募集，跟政治现金应该一并同来考量啊。那我请一下主委，
你说哈、哦，这个哈、哦，它是目前是适用《政治献金法》第二条所界定的这个政治献金嘛？对对。那你认为说哈、哦，未来是一定要纳入规范呐、啊？啊，未来是要怎么纳入规范？你可以再说详细一点吗？我想就是就那个公投的那个政治献金的那个募集啊，我们可以就讲说就是比照吧，应该是就是。比照那个政治献金，比照哈、哦、还是没有明确的规范、啊、我看你这样写就是这样子嘛，你是希望说它规范明确一点呐、啊？那个对明确的这个规范要怎么做？我想我们在讨论条文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意见具体的讲出来吧。另外那个秘书长，我想哦，我刚才是一直强调你是主管机关哈、哦，是。那针对哈、哦、那个中选会，他有提到说有关公民投票意见发表会或辩论会的相关。必须要来做修正，那你认为呢？这个跟将来的投票选举事务有关系，我们尊重中选会的意见。中选会是认为没有必要修正了，是不是这样？你说需要再斟酌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个中选会的意见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管道只要有一个，因为我们在选举、啊、还有罢免那个部分，由公会来处理的那个意见的发表了，其实都是只有一种。我们觉得就是负担一种公费来负担一种管道已经足够。本席认为说其实今天这你们三个单位提出来的这个报告本席都有看过了，但是你们三个单位之间可能事前没有做很好的沟通，所以才会让本席认为说有很多地方是有疑虑的。那本席希望说以后你们好好沟通，那个报告写出来是一样的。好，主席，谢谢。好，接下来黄昭顺委员。主席、各位同仁，那本席想请那个秘书长、部长跟那个中选会主委。好，请各位上台。黄委员好。大家高赞哈。我想有几件事要在这里跟大家做讨论。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国家。就像你们刚才在答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要面对两岸的关系，面对外交的关系，其实我们有一定的挫折。那这种挫折其实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大概从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再到国民党执政，马上即将民进党要执政。那这两天其实我们有一点难过，因为，包括前一段时间肯雅的事情。包括这两天我们那个遗传的事情，那我比较难过的是25号的清早，我们的遗传就被日本押走了嘛，对不对？二十号清早几点钟？五点。几点？套炸嘛，外地是套炸嘛，对吧？五点是八点。清晨他我这个清晨5:40左右。5:40嘛哈，那我从新闻看到。同样那一天25号，日本的众议员来拜会，到民进党的党中央去拜会蔡英文主席，我们的总统当选人是这样嘛？哈，对不对？你有看到新闻吗？好像有，好像有，本来就有，这是一个大事，因为一个资深的那个国会日本的国会议员，有一群人来拜会民进党的党中央，那从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正常讲了哈，不管是肯雅的事件，不管是我们的遗传的事件，我觉得我们国人都应该是不分政党的努力，为我们的国人争取应该有的权益。但是那天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的反应，对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跟？我记得好像也来拜会我们以前的王金平院长跟苏嘉全院长，好像也有来立法院。好，我是从新闻上看到。所以我比较难过的是说，这170万去被杀了啦哈。那问题不在这170万，问题是在于我们对整个经济海域未来，我们到底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能够极力的为我们国家的人民争取？我觉得这是重点。所以虽然只剩22天，那其实我也不太喜欢让你们来这里。因为你们来这里，你们现在讲的，民进党也不会接受。您写三条份报告，伊也未接受啦。拢给写的，你应该你的报告应该安怎写呢？写讲
单五月二十号，民进党执政以后，由新的部会首长来决定。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对我们整个法案的审查，我们会比较有帮助。否则你们现在讲的东西跟未来讲的东西，我还是极力主张一件事：完全执政要完全负责。所以前几天我们在讨论集会游行法，既然它是一个恶法，那我们就把它废除嘛。我们干什么还要在里面修这个东西？然后又要自愿报备，又要不是自愿报备？您根本不用主张这啦，因为赢了执政的人就让他们去负责。我希望你们三位哈，最后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坚守岗位，但是那170万，你们想办法去要回来，那有困难不？来，政府来努力了。努力，我希望你一定，因为这个的意义不一样，这个的意义绝对不同于说哦，我们给啊不170万，咱来罗宁化化，该丢170万，有什么困难呢？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在尊严的问题了。不仅只是尊严，是国家主权的问题，对国家主权，而且是我们整个海域的问题，经济海域的问题。因为这170万如果交走了，真正会杀去哈。那领令哈，要去顶来哈，尤其是台日渔业协定，我觉得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好，所以我希望秘书长、部长以及中选会不管黑了哈，你也当话先了，你也当话先哈。能够把这件事情在5月20号以前，给我们台湾人民一个最好的一个交代，安尼好不好？好，我希望你做到哈。啊，再来，我要提，我也希望你去跟等一下去打电话问问那个院长，他们说那天日本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去抗议？有没有要求他们赶快把船还给我们？好，那再来我要讲的是，我想。请问中选会来，现在中选会保定立家嘴不要紧，我们大概做了几次公投嘛？哈，对。那我们几次公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议题主要的议题跟民进党跟国民党的主张当中，这几年下来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我们办的几次公投都没有过嘛，对不对？对，六件都没有通。六件的内容，主要内容是什么？一个前面的两个是因为那个总统交付的那个提案啊，一个是强化国防，另外一个是跟对等谈判这样的一个问题。对等吗？两个也没过，连这两个都没过嘛，对不对？是当时的这个总统交办的。然后其他的呢，那另外两个是一个是追讨不当贪赃，还有那个反贪腐，因为这两个等于是两个政党发动的啦。两个政党发动。对。其实这几个每一次的公投都在绑大选，对不对？对，好，每一次公投，那这一次他们提出来的法案里面，我刚才是跟主席讲说了，啊，欢景哈，他们提的，我们就让他过，回这看卖，看因安怎做，会较拄好。我觉得，反正完全执政就是要完全负责，然后最后让人民来做决定，你有什么看法？我们一定尊重那个立法院最后的决定是什么。我不是问你这个，我问你说，你对我这样子的主张，因为您家做这东方对党做那个修改嘛，对不对？嗯，你们都反对嘛？我看了一下几个案子，你们都没有实质的赞成嘛？那我点么挨个审议了，挨个冲上了，我们真正在反对的东西，不是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实质影响，而是说，中选会。办理公投了，因为实际上在投票是我们办理的。我想我提供几个数据给你们做参考。是，好，你知道全世界各个国家里面，大家都讲说我们是鸟笼公投吗？所以那个门槛要降低嘛，对不对？那其他几个国家的门槛，你们去做比较了没有？有啦，有高有低啦。有高有低，哪几个是高的，哪几个是低的？我想那个我们知道就比较高的啊，就如果讲通过的门槛的话，比较高的，其实我们算是真的是比较高，因为我们有双二一门槛啊。对。但其他国家他们是分类啦，分类不是说这个是宪法，就是跟宪法有关的修宪。宪法有关的一定是就是比较严格嘛。一般说起来，宪法有关的一定是。那宪法有关的就是跟包括说我们国家的领土啦，什么什么
主权啊，就是这些嘛，对不对？领土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在那个征修条文里面有很清楚的规定，所以征修条文它连程序都有规定了啊。所以我想这个刚刚简秘书长报告的时候，其实说的非常清楚，就应该依照那个宪法的这个程序来处理啦。依照宪法的程序，如果从公投法修改了以后，你们接受吗？我们觉得这个程序就只有一种嘛，就是哦，你们觉得程序，我觉得你们不用表示那么多意见呢，因为完全执政让他们完全负责。我在这里提供几个资料给你们做参考，像美国，他没有全国公投啊，因为他是联邦国家，他没有他就是没有全，对不对？他就没有嘛，对不对？他没有。然后几个国家里面，对几个宪政的问题，其实大家都主张的比较严格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怎么主张，其实以现在立法院的生态来讲，包括说5月20号以后，你简秘书长都不是我们的秘书长啊，都不是他们的秘书长嘛，你都要挖下来嘛，所以你现在再怎么讲也没有用嘛，空口说白话嘛。黄委员，这个立场的说明要向历史负责，当然要向历史负责。政党可以轮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福祉是不能改变的，它是永远的。我们的立场必须讲清楚。我想这样子的主张，如果将来新的政府怎么样改变，立法院怎么决定，那我们当然尊重。我想这样子的主张啊，在我们每一个人民的心中都会有一把尺。对。那本席还是认为啦，因为既然行政院是他们负责，总统是他们负责，国会也是他们负责，我们今天就算我们说破嘴巴反对这些东西也没有用嘛，是不是这样？包括我们那天在讲说那个投票那个怎么样去做的时候是违宪的，也一样在立法院也通过啊。我们只是了不起，我们只能退席抗议嘛，对不对？我在讲，本席在这里在讲，你看西班牙涉及宪法特殊规定的只能办知性型的投票的公投，然后法国。我想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做这些，当然当主席刚才跟我讲说今天只要询答完了就不做条文的讨论，我想不管做什么讨论都一样，我比较希望你们坚守我们的岗位，但是对他们提出来的案子，尤其是他们主要甚至于未来他们要当部会首长的人的委员所提出来的案子，我们就尽量让他们过了，别说、哦、人民进党在做我们点这么乖，这样没有意思、哦、他让他完全执政完全负责，我想台湾人民的心中自有一把尺，他们做得好当然他们就继续执政嘛，他们做得不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要检讨的，那我们只好下野嘛，就是这个样子，好不好？我希望你们做最后一句话，请你把170万在5月20号以前把它要回来。谢谢你。一定要要回来哦。好，谢谢。嗯。好，好，这个接下来林立常委员。主席，有请我们简秘书长，还有我们刘主委。林委好，好，部长，主委好。那我们今天排审的我们的所谓的公投法的一些法案嘛，哈。那我们要谈的是说，现在除了行政院版以外，就有民进党版，还有我们时代力量要提的。那大部分都针对放宽我们的投，就是投票的那个提案的一些门槛嘛。还有我们的一些投票的那个通过投票的门槛、提案联署门槛，所谓的双以及公投审议委员会的设置，对，所谓的双二一的门槛嘛。好，那也有团体批判说，我们这样子的公投法是一种乌龙投票那个公投嘛，不是乌龙了。对，他会觉得说，不是乌龙鸟笼啦，拍谁？好，所谓的鸟笼的公投很严苛，然后呢，可能整个投有些民意没办法去发展嘛。那我们看到我们像是瑞士啦、法国啦，他只需要公投的那个人数
二分之一同意就可以通过嘛，就是进去通过嘛，是不是这样子？在瑞士，每个国家不一样，设计的制度不一样，不是竟然都是这样子。那就请教一下刘主委啦，就您的那个政治专业，您觉得说现行的双二一的门槛算不算太严格？敢会太严格？我想每一个制度的设计啊，都有它一定的时空背景啦。嗯，那你若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已经改变，要做调整，这个我想我们是尊重民意的决定啦。对，那我们现在的公投法从那时候的2003年立法至今嘛，哈，我们办过三次的全国的公投，总共有六个案嘛，那都没有过嘛。对，都是因为投票人数没有超过，拢无超过嘛，有权人数的一半，对。所以，注意你感觉呢？安内就是我们的公投，全国公投的投票率大约都是多少？大概拢偌济人去投票啦？我们投票率是多少？这个我想那个向委员报告，就是真正的那个公投的百分比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这几次的那个公投都是跟总统大选或是立委选举是绑在一起的。好，那绑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另外的选举的投票率是很高的啊，都高于在过去的几次都高于70%哈。对，那高于七成的情况下，在公投这个部分呢，那投票率大概40%-40%啊。对，那就像您刚刚谈的，就是公投绑大选嘛，可是呢，公投的投票率很低，那大选的投票率呢？比较高。那意思就是有一些人没有在，他选择公投不投票。对，那您知道为什么公投的投票率高低？然后您刚刚说的他选择公投不投票的原因是什么？不晓得主委您有去了解吗？运作，因为有一方认为就是说你不去投票就可以把那个案子打消。好，就本席觉得了哈，就立场认为说，我当时。可能成立公投的时候我还是一般的选民啦，其实是我们对这些议题没兴趣啦。您觉得那个议题是什么？大部分是政治议题，无就是公投绑大选，啊，无就是所谓的什么两岸对谈啦，还是我们要到底要返回联合国，还是要加入联合国，是不是这样子？可是要返回还是要加入，不是咱讲的准绳呢？是不？对啦，这个因为高度政治性的议题啦，我这个是个。对，那您知道说这样子的模式，不是说我们说就算了，那这样子是不是只是一个宣示的效果而已？所谓的公投啦。啊，有可能啦，因为我们可能还是要去，我们在今天的报告有讲过，就是因为公投哈。到底他是那个提出来的议题是创制还是复决啊？它有不同的法律效果，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在修的时候要把定义讲清楚。所以呢，不是门槛修得多高，是议题要投什么？门槛是另外一回事，到底是要投啥？是不是人民有需要参与的议题？对不？所以，对我们政治人物不要把人民的智商把它当成说我们真的是公公拢唔知啊呢？问到已经到投票所啊，总统的票嘛领，立委票的领，又唔过公投的票都是无爱领，到底是啥物原因？所以我们台湾的民族，我们台湾的人民算也很有智慧的，您认同吗？哦，这个我同意啊。对啊，就算我们来谈一下瑞士的经验啦，哈，瑞士的公投，您知道他们在1009年到2014年23年来公投几次吗？总共啦，哈，这对有221次，他们平均对平均一年就有10个议题在公投嘛，所以他的公投议题大部分是哪些议题？您知道吗？社会政策有68个议题，我们的基础的建设有40几个议题，加加的吼100多的占一半以上啊。和村的政治议题多少？30几个而已，只是少少的政治议题而已。那为什么有法度安呢？和那公道吼已经给拉臭去啊！唔知诸位恁有认同无？
林委员，我想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这样解释了哈。对，因为透过公投提起一个议题啊，要去要求大众来解决啊，它可能也显示说，不管是行政部门或是立法部门，在解决人民的问题这一方面没有尽到全力啊。对，如果说真的把那个问题解决的话，就不需要公投。好，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所以呢，本席认为啦，我们是否要降低门槛，确实可以讨论的空间啦，哈。可是不是降低门槛的问题而已，是要投票的议题，我们要回归我们的民族初衷，我们当初的初衷为什么要来投？是不是我们的那个代议民主可能有不足的地方，我们的直接民主要进来去把它递补嘛？您认同这个概念吗？直接民主现在以现在的这个科技条件来讲啊，变成越来越可行了，所以就说直接民主的途径会比较多。对，是可以想象的，那当然它可以从很多不同的管道去进行。所以呢，立禅在这边强调，我们门槛是否要修要降，都可以坐下来讨论。重点的是，我们所有的政治人物，我们的政党应该要好好的深思，我们要公投的问题，为什么要公投？所以呢，要把一些民族的真谛、民族的初衷回归给我们的人民百姓。好，问会使选择，问为什么要来公投？那不然随便的议题都可以公投，那我们的代议民族就可以代替了，干嘛还要直接民族？您认同这个概念的话，我们一起来。所以本席认为说，还是回归我们民族的初衷啦。谢谢。好，那个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完，我们休息十分钟，好。谢谢主席哈，我们请秘书长。陈委员好。秘书长。是。我听了一个早上哈，我认为你对于我们这一次公投法的一个修法，你好像站在比较不同意的意见了哈。站在行政院的立场。行政院的立场是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那对于我们的公投审议委员会呢？公投审议委员会如果有其他的替代的功能的机构或者是机关，我们是可以接受的。那你认为他有没有无限上纲？如果依照你所了解的，在你行政院的立场当中，在这一段时间你的观察有没有无限上纲？所谓无限上纲，你是指的是公投审议委员会的决定吗？当然，就是公投审议委员会对于所有提案，他完全予否决的理由。最近我们有通过，也有通过一个公投案。这个有时要看那个议题。我想公投审议委员会通过一个公投案，否决了10个公投案。不是。那这样子的比例，你认为你就可以拿这个公投案来说嘴吗？也不是啦，那十个被否决的呢？不是，我在这里很诚恳的跟你说明哦，就是说，公投审议员在审议的时候，他都是依法有据，会很慎重去考量的。依什么法？因为提出来。依什么法？基本上公投法。依照我们所看到否决的理由了哈。十个，我们现在挑出来，总共有十个送到我们公投审议委员会，然后被驳回的案子，我们看一下了哈。我不知道说，我秘书长哈，你有没有去了解到这整个被驳回的理由了哈？光从1995年9月4日提了，你是否同意依下列原则制定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将中国国民党党产还给全民？这个提案，你们很直接就说这个提案违宪，我不知道违宪在哪里。还有这个提案违法，我不知道违法在哪里。然后呢，又说法律不能有针对性。那请问，如果说处理不当党产的部分是针对性的话，那请问人民的权利在哪里？
所以如果说这些理由变成公投审议委员会是太上皇直接 yes 或 no， 然后用了这些理由，我认为都不成理由，违宪违法，绝对不是你公投审议委员会可以去做说明的。再来，我再说第二个，1996年5月21号，你是否同意政府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这个理由更好笑，认为不合规定的理由是说，因为它不符合公民投票法第二条第二项第三款锁定重大决策的创制或复决。请问，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这不属于重大政策吗？这不属于重大政策吗？秘书长，用这个理由，你会觉得很好笑。公投审议委员会的决定，行政院不会改变它。没有，我现在是在跟你讨论嘛。这个，我现在是把这些过程发生，我现在跟你质疑，就是说这个会有太上皇，变成说公投审议委员会。他 say yes 就 say yes， say no 就 say no， 可是他的理由是让我们觉得是很莫名其妙的。光你是否同意政府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他的理由，否决的理由是说，公民投票法第二条第二项第三款锁定重大决策，说这个不是重大决策，这会不是重大决策吗？这是重大决策哎。这原本就是要让人民来决定嘛，马英九总统当时候也说嘛，台湾的未来有2300万人民自己去决定嘛，所以这属不属于重大决策？这绝对属于啊。可是我们公投审议委员会的理由是说，它不属于重大决策，所以把它否决掉。哎，秘书长，我不方便帮公投审议委员会来这里。我在跟你讨论，就是说你认为这个适当吗？再来第三个。他一定会有所本啊，他哪有所本？理由就是这么简单嘛。有所本就是因为有政治立场嘛。第三个，你是否同意在1998年，你是否同意台湾与中国签订 ECFA， 政府应交付人民公民投票决定，就这样子。然后呢，也是被否决了，也是因为说这不属于重大决策。我都觉得说很莫名其妙啊。ECFA 攸关我们台湾经济的发展，不论是1998年、1999年，或是6月30号、1999年的11月22号，全部都是攸关 ECFA， 可是全部都被你否决掉了。所以我们要看，在整个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我们怎么去面对，包括我们。在行政院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是否要存在？是否要存在？这个也被你们驳回，因为这攸关到自己，所以把它驳回。然后1999年4月23号也一样，是否要同意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这个也是攸关我们国家的重大政策，可是你们都说这不属于，这个都可以透过立法来处理的。像行政院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如果立法院要把它废掉，立法院经过同意的，经过立法院决定的话，还是可以。那奇怪了，不必秘书长，你这个部分都可以解释。那你请问，1999年4月23号，同意政府与中国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吗？这个可以透过立法吗？你们都已经去谈了，谈了之后要叫政府，要叫立法院来认账，那当然人民有权利表达他的意愿啊，这是不是有必要来签署？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这个很重要啊，这不属于重大决策吗？我刚刚讲过，我不便帮。那秘书长，那你就矛盾了。你刚刚第七个你就说那个很单纯的，你第七个你说这个是可以透过立法院，那我们今天就说又透过立法院，可是行政院又不是这么说，那你应该说我就是尊重立法院的决议。不是第七，可是你并不是这么说啊。再来第九个也是被你驳回的，第九个就是我们的核四议题，核四议题这不是重大决策吗？但是你们一样也把它驳回，说它不属于重大决策。第十个。第十个105年1月13号，这个议题，我相信，这个只要我们在
第二条公民投票法律的复决、立法原则的创制、重大政策的创制或复决、宪法修正案的复决，这个部分都属于我们可以公投的一个范围，因为我们就要让人民直接做一个决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这才有意义啊。可是我们的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不但用了理由，就是它不属于重大决策，把它否决掉，就是太有太多自己的决定在里面了，它不属于公开透明的一个平台，它一定有所贬，而且会讲理由，不会用一句话把它否决。是啊，所以秘书长你都没有看，我当然有看，我这个是你们的所有驳回的理由，它驳回的理由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它不是重大决策，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秘书长，我们要跟人家驳回，我们要讲到让人家觉得那是有道理的，可是你现在所讲的是让大家觉得你根本就是故意的。所以公投审议委员会根本在扼杀我们所有人民直接选择、直接决定的权利，所以我们必须说它没有存在的必要。甚至我们也要求门槛的问题，包括提案的门槛，如果没有存在的必要，他要有一个替代的机关来处理了。替代的机关很容易啊，人民提案了，我们当然就可以接受。国外有很多的例子，有宪法法庭的、司法的、有行政的、有议会做的，那是啊，要有一个替代方案。是啊，如果今天公投审议员呢把它废掉了，单独行政院做决定也不公平了、啊、怎么会不公平？哎，行政院人民已经通过了他提案的门槛，通过提案的门槛，他通过了提案的门槛，通过了这几个下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有立法、有重大决策、还有法律的复决等等。那要谁来认定？要谁来认定呢？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去确认说，行政院哪一个单位来认定嘛？哪一个单位来认定嘛？这不是不能认定，是哪一个单位来认定？可是今天所有都由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他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权利。所以当我们今天过了这个门槛，本来就是人民认为要人民直接民权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处理了。所以秘书长，我是听了整个早上，我觉得行政院的态度要改变啊。我认为你们就是反对，而且不愿意让公投审议委员会把它删除掉，只要有取代公投审议委员会的功能的机关出来，我们就接受。好，好不好？那很简单嘛，所以你们行政单位，你们应该要有功能，所以你们要有配套嘛。你们不是说我就是反对，我就是不同意，这样子，我说真的，人民不能接受啊。谢谢。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郑丽君委员，那个时间非本会委员啊，6+2，好，好，谢谢。好，主席，我们麻烦请秘书长来。郑委员好。秘书长，上一届在审查这个公投法的时候，我咨询过您哈。那我们现在经历过了大选，人民也做出新的选择，我们有新国会，那么即将有新政府啊。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新想法？新想法。对于公投法的补正，我想。您赞不赞成啊、我们这次提出来的行政院的立场，就今天我所报告的。没有新。那最后就由新国会来做决定。我请教这个秘书长，你知不知道我们总共举办过几次全国性公投？你应该很熟悉。三次。三次六案嘛。六案。啊，有没有哪一个通过的？没有。没有，零个嘛。所以公投在我们现行公投法底下就变成空投啊。空投怎么投都没有用啊！你知不知道关键在哪里？原因是什么？这些议题都是属于政治性议题比较高的了、哦、所以你归责于议题啊，有关系啦、啊、你归责于议题啊，有关系啦，有关系。那人民关心的 ACA 法等等和一些议题，是连成案都没有成案。你知不知道有几个公投联署案被公投审议委员会驳回？没有成案不是因为公投，没有成案是因为有几个公投审议委员会。有几个？请你回答，有几个公投联署案被公投？十个。那你知不知道还有多少是连联署提案都没有成立的？就是有去零提案，但是这个联署成案的门槛没有成立的，我想更多了。所以这个无法通过的原因。这个没办法归责于我们的这个议题，哎，那我们最重要的，您上次还比较诚实回答我，您这次反而还退步了。我还记得你上次诚实回答我，就说门槛很高了。门槛高当然也会影响，我刚刚讲说政治议题门槛等等都有关系。门槛高，你知不知道这个门槛高啊？他我们现在双二一门槛。要一半的人去投票，其中一半人同意啊。双二一门槛啊，事实上这样的设计啊，也就是说不投票的人他就已经是否决票了。那么这个效果等同于必须要超过选举人数的50%。那我现在请教这个秘书长，公投法的设定这么高的门槛依据是什么？依据法律啊。这个法律，公投法，那这个法的一个正当性在哪里嘛？这个，那我请教这个。这个公投法也是在当时。那各级选举有设定门槛吗？有设定通过的门槛吗？没有，没有嘛。那各级选举都没有，我们选总统、副总统都没有，却独独人民要投一个事项，却需要有这么高的一个门槛啊。那么我们现在双二一的门槛，事实上就等于是同意的人要过半。我为什么这样讲啊？秘书长，我们。从历年的总统的这个投票率来看啊，我们这个投票率75%算是相当高的啊。我们也曾经有74%、66%，我们以75%算是最高的来看啊，大概我们历次总统选举来看，已经有大概有25%的人是都不去投票的，所以已经有25%的人他是放弃的。好，所以嘞，当时。公投法通过的时候的一个美感啊，就在于说我只要掌握25%的反对票，我就这个公投永远投不成。为什么？25%人是永远不投票，当中会去投票的人有25%，只要反对他也不要去投票就好啦，因为他就没办法通过双二分之的第一个二分之一，投票你就不会过半了。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美感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门槛继续存在的话，就是让我们公投变成空投，那么不去投票的人，他不是弃权，而是被视为否决。我请教这个秘书长，你知不知道欧洲理事会的政策里面对公投门槛的立场？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参考过国际经验？在。超过类似我们的，像韩国啦、意大利啦、波兰，也都是跟我们一样。你上次也回答过，我上次也跟您说过，意大利它有强制投票的法律，不去投票要罚款的。
那么在欧洲理事会啊，他们的政策之一里面明白反对会员国对公投设立门槛。啊，欧洲相对我们欧盟这个欧洲相对先进国家啊，他们其他是没有设立门槛的，少数国家啊跟台湾有设立门槛的哈、啊。那么造成这个鸟笼公投法。那我再进一步请教秘书长，这个我上次也问你啊，江前院长在上任的时候抛出停建核四的这个公投啊，啊，那么这样的公投，我们当时认为是这个诈术公投啊，它的原因所在，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请教你啊？它的最重要的美感，它不仅因为有高门槛，所以它如果提一个反命题的公投，啊，这个反命题的公投意思就是说隐瞒自己的主张，然后把反对方的主张拿出来当公投的命题，那因为高门槛嘛，过不了嘛，所以就等于可以实质封杀反对者的主张，所以只要在高门槛加这个反命题的公投，这个反对者的主张一投下去，然后就死掉了，然后就死掉了，就把对方的主张封杀了。这个就是涉及到议题的问题，对，这就涉及到议题的设计也很重要，所以啦。这就涉及到我们这部公投法有办法有空间让大家来操弄公投，所以这部公投法的存在，我觉得对台湾民主是一个重大的阻碍啊。那我本来期待是说选举过后新民意的产生，我们的政府有不同的思考，但是我们尊重新政府跟新国会，尊重新国会，新国会、哦、所以你会赞成我们下修门槛？你们如果立法院有共识过的，我们没有意见。你们没有意见，你们赞成啊、哦？没有赞成、哦，我没有赞成，就是说我们尊重，你没有赞成，你尊重，对，啊、哦，但是我们必须把行政院的立场讲清楚。那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你们立即可以做的。哦、就是这个电子联署的系统，我认为这个很必要。好、哦，你认为很必要，那你有没有在努力了？现在是中选会在处理这个事情。现在是中选会在处理。对，选举事务室。好、哦，那现在处理到什么情况？那是不是请中选会？好，请中选会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啊，郑委员，我把那个总统候选人联署跟公投联署、罢免的联署一起规划了。哎，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公投的联署跟总统、副总统选举跟，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联署嘛，那我们希望能够同时建立在同一个系统里面。那现在进度是什么？我们想还在规划那个制度，规划制度，对，只是在规划、那个。好，我们希望尽速来规划哈。好，来主委请回哈。那秘书长，我想哈，跟您咨询过这么多次，当然你认为说交给新政府来决定了哈。是。但是本席非常期待说，新国会、新政府。哦、跟未来我们的政党都应该尊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现行公投法的存在就让我们人民像是这个神话里面的薛西弗斯一样，不断的把石头滚上去，然后石头再不断的滚下来，这些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跨越这个高门槛、哦、那让所有的公投都、没有办法成案、没有办法真正来行使直接民权，我觉得这样一部法律的存在、让人民感受到这个民主没有真正落实了，大家共同努力了。这个案92年民进党政府当时提出来公投法的门槛，也是这个门槛，当时也是政党协商。当时请问多数党是哪一党？秘书长，当时多数党是国民党。但是他是当时共同协商。那我觉得现在事过境迁，我想当时立出这个法，我都要共同负责了。我尊重、那既然选出新国会，是我们尊重新国会，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完成这个政治改革嘛？尊重是，我想这个法，我觉得应该列为国会最最优先的法案。新国会还权于民，包括公投法补正，包括集邮人权的补正，是、还权于民，我认为是新国会应该给人民最最优先应该通过的法案。所以我在这边也要拜托我们赵伟哈，他其实跟我是共同提案人啊。他跟我是共同提案人，上一届我们努力拼斗集邮法，那么拼斗公投法也都是陈其迈委员担任召委的时候来排的哈。那我相信陈委员有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意志啊，那会这个来大力的来推动来审查。那我也要预请我们所有各政党的委员共同来一起来支持，让新国会
让人民感受到新国会我们真正能够回应人民的期待，把人民该有的权利还给人民。谢谢。谢谢你。好，那个接下来陈昌明委员。好，时间八加二。好，拍摄。哎，主席啊，各位列席政府官员，各位委员，哎，大家好。首先呢、啊，我有请我们选委会刘主委，这位好。哎，刘主委好。我为什么没有请秘书长跟部长？嗯，为什么请我们选委会的刘主委来答询这个问题？因为第八届的委员到第九届委员。我发觉民进党的委员对你的问政啊，都非常有礼貌，谦谦有礼，表示你是他们民进党立法委员最尊重的一个。所以我今天你的观点非常重要，给他们一个参考在。刚刚啊，我们政委员我一进来的时候说，大家要把公投法通过，我也支持把它通过。所以今天我请教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行政院的版本里面有提案的门槛，有人事的门槛，有通过的门槛。行政院的版本里面提案的门槛是以千分之五，通过的门槛是以人事通过的门槛是百分之五。那通过的门槛是要全部投票权的二分之一里面再去投票的办事才通过。那民进党一直在骂。说这个是，鸟笼公投，但是当初的执政行政院从他为了国家政治的稳定，他觉得这一关要守到，把它守好，不然公投会太多。那现在所有提出来的版本，我跟啊刘志伟讲，啊、哦，叶宜君委员说提案只要100人就可以，陈天辉委员说万分之一就可以，高志鹏委员说。万分之三就可以，啊，李坤哲委员说千分之一就可以，那一个王定宇委员说不要，随便百姓都可以提，那我们的邓委员，郑委员呐、啊，未来的那个文化部长说要万分之一，那时代的力量说要万分之一，在这个提案的门槛跟人事的门槛，行政要求百分之五，他们要求1.5%。他们说投票的时候过半数就可以。我现在很老实，很确实，你是有道德、有理想。他们说欺骗你。我们的秘书长跟部长，他维持他的期限里面，是努力的人，要把工作做好，为了国家稳定成长的一个发展，所以他们仍然守着这一关。但是两个大概剩下在行政院的日子，大概也没有几天，不要去表态。问题丢给他们，但是我问刘主委一个：如果照他们提案，你觉得台湾会发生怎样的情形？老实讲，不要紧，阿麦叫人表态，因起码提出是搞阮部长、阮的秘书长、行到阮的部长来这，搁个小看起来。但是有大胆，因都好通过。你对我的看法怎样？讲出你的感想。如果这个成案的标准。太低的话，我想以后的公投案会很多啦。那在这边花费的资源会蛮大的，这是一定的。好，你已经有感受到讲了实话。现在提了10个版本，9个版本是民进党委员，这是他们的共识。我觉得你有必要要支持他们的共识，没有关系。民进党很会执政，他到时候几百个公民的公投的提案出来，要如何去做？他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秘书长、部长没烦恼。我们以前演戏，现在看到戏子会来演，好不好？啊、哦，你不敢讲，我讲，我全力支持民进党的提案。反正国家的资源嘛，他有能力控制。所以对他们这样的提案，你觉得你认同吗？哎、老实讲，不要怕，他们对你很尊重啊。我知道这一点，那就是说，我知道那个提案的本身哈，因为提案提出一个公。啊公共的议案来当大家讨论，这个吹公了较简单啦。实际做咧，你都知影问题在在一位啦。台湾无大人，我甲你劝啦，唔通讲伊外高啦。哦，我讲这句话，你有没有认同？有啦，有啦。啊，不要那么小声嘛，大声讲给他们听嘛。有没有认同？他们觉得提的那个
提案门槛、人事门槛、通过门槛，他们提案你有没有认同？没有啦，我比较就是比较坚持的是那个成案的那个门槛。那个承担门槛，我觉得要相当的合理才对。你还是要保留，你有走中间地带，两边都讨好。也不是中间地带，我就尊敬你。当然还有，我还不是主管机关嘛。但是你要老实跟他们讲啊，因为第八届的立法委员，国民党在内政委员只剩下我一个。当初的时候，为了这个公投法，还有那个什么运动，在外面摇旗呐喊，一直一炮我们表态。现在我们表态支持民进党，我要进，他们认为行，我们都全力的支持。所以这政治不是安尼的，算为国家稳定、为国家发展民安尼乱搞啊。委员原则我讲的话都很老实啦，所以嘿。节省资源，我对我来讲还是很重要的。啊。节省资源、啊、他们不重要，你管人家重要。新时代、新国会出来了，新执政，完全执政，完全负责啊！要听你啦。我都讲同样的话了。来讲好听话，做了就怎样？过来，里面有人提到领土变更公投了，这里面有叶委员、叶宜清啦、高志鹏提出来的，还有李时文委员。那我们宪法的固有领土，如果提出说公投要来改变台湾的领土的话，啊，跟现任的总统是要维持现状，有没有相违背啊？啊，这问题大，我这下刘一秋勇敢没？哎，我唔知。你唔知，你安怎唔知？啊，这个不明确啦。所谓不明确怎么讲？什么叫改变国土？因为改变国土要有一个很确实的。现在说可以交给百姓提出公投通过的话，要求立法院再修改，他要完全还政于民。唔当啊，大胆！什么伟的人讲啊？报告赵伟，我等一下会支持你们案子通过，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啊！啊，我跟你讲一个问题，我先跟你点点出来，好恁知影。过来呀、啊，哈！那电子提案，行政也表示支持，我们也都表示支持，有需要。过来第三次那个公审会啦，很多人讲说，还政还权于民。啊，无设一个门槛，无人心照。我刚才用最低的门槛通过的时候，啊，你想会成为什么现象？哦，我唔知民进党的执政员还搞丢，什么的都免信，什么的都帮我背信。但一定要一个范围去截止嘛，对不对？审查一定要。是啊，他们说不要，我看见哦，只有九个版本都说把公审会废掉，只有行政院不敢废，所以我支持把公审会废掉，以后我好做事情。再来啊，这里面有一个不在籍投票，那行政院是表示支持，所有的民进党立委都不表示支持，那时代力量表示支持，你们要表示啊，一定要支持不在籍投票，免给他台商啊，台商起码我了解有三分之一都投恁的票啊，好、哦，我恁大家滴讲，哎，讲好讲来听，好了解。哦、不一定是国民党的票，不要怕嘛。民进来不把公投不在籍投票把它列进来嘛。我讲几个重点，刘志伟，大家都很尊重你。我看你喊很方面，阮迄秘书长甲部长来接吼啦。要讲也唔是，唔讲也唔是。要讲实在话，讲无干相关，啊，都去到底啊。所以那个最后请秘书长跟部长，虽然我们没有执政，好好休息。但是良心话，你觉得公投法应该照他们来过，好、哦，还是说你要坚持你们原则？公投怎样？最厉害的戴秋仪，啊，那秘书长，哎，我强调我早上讲过的话，政党可以轮替，主张可以改变，但是国家的未来，人民的福祉是永远的。今天我代表行政院来，以行政院版做这样一个说明。如果我的说明，新国会、新政府不愿意听不进去或不愿意的话，我们对新国会、新政府表示尊重。但是我们要向国家、人民、向历史负责。谢谢。好，你看，我们到底还是要负责任。蓝熊每个拜明天我们要有担当，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但是你们要坚持，不然另点两方面。
但是我现在改变我的态度，我一定全力支持我们赵伟跟郑委员的提案，给这个公投法通过。好，好，谢谢。国民党剩你一个，就是因为你无遐离谱啦，所以剩你一个离谱拢落选了。多谢你的支持，好，多谢哈。来，接下来赵天麟委员，来。好，谢谢赵委，我就先请秘书长好了。来，秘书长。赵恩好，秘书长好，你好。我实在是今天听了一上午的对话，实在觉得很尴尬，你知道吗？就是说哦，看守期实在太长了，所以说实在就是说哦，这个这样的对话，其实我实在是接下来的讨论，其实也可以都不用请任何人上来，因为我得可以自己独白这样，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有我们的看法。我们尊重立委，立委要我们来，我们当然，我当然让你们一定要来啦，我们不可能独白了，我只是发表说这样的一个尴尬的状态。是，所以其实我也就。讲一个题外话，就提醒中选会提醒很多的部分，就是说，如同刚才我也赞同您讲的，不分蓝绿，不分政党，实在不应该把国家的这个名气，好、哦、来去做这样耍弄。所以选举的时间变来变去，然后造成现在看守期如此的长，哦、其实很可惜、哦、本来我们其实就可以马上上任，负完全责任，然后赶快要不要怎么修什么法都可以做。是，不过没关系，既然事已至此，我们还是很负责任的跟您请教几个问题啦，哈、哦。是，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讨论门槛的问题好了，那当然提案或成案的部分有不同，有不同的版本。那政院版也赞成略微调降，啊，这个部分我尊重，我没有个人特别的意见。我是指的是这个选这个公投案到底会不会最后成立的那一个，应该说正式进去投票，假设已经开始成案要投票，那到底有没有通过这个公投案的那个双二一投票门槛呢、啊？对，这个双二一门槛呢、啊，好，就是这个门槛的部分。那这个门槛的部分呢，因为以前我们总是会觉得说，避免让少数人他就可以决定了多数意见，对，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高稳定，这是当时的这个决定。可是真正事情落实下去以后，反而会造成的是少数人可以否决掉这件事情。我们以一个例子来说，刚刚结束了这一次的总统大选，总共有1,878,2,991人的选举人数为例，哈，那这样的人数在公投的提案人至少要有93,915人以上，然后联署人数要93万多人，然后有需要有939,1,496人以上出来投票，而这投票里面当然要有469万人以上同意公投才能通过。那可是这样的门槛哈，高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如果说哈。某一个政府的重大施政，反对的是60%，赞成的是40%。假设民调做起来是这样，那所以呢，这个反对的是绝对多数，假设是60%，绝对多数。那但是公投下去呢，如果以最近最高的一次投票率80%来讲，这个我看未来都看不到80%这个数字了。是，就以80%来讲，可是呢，80%的投票率里面，0.6%，也就是假设是反对的，就是60%嘛，哈，然后去相乘，它可能如果就是另外一派的，就是支持政府那一派的少数意见40%，通通不要出来投票。就算是反对的，全部都60%都出来投票，在80%的投票的情况之下，总共只会投出48%的投票率。换言之，就会变成说，因为那么高的一个门槛，就是你一定要有至少这个选举人数的一半出来投票，才能够算是通过。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变成是少数意见的人，他只要不出来投票，这件事情就会被否决。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意见是说，当时确实如你讲的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跟当时国民党、民进党的国会共同决定了这个版本。在我来看，当时是受于国际的压力，怕造成我们国家领土、国旗、国歌、国号这种重大的事情，有可能会变成随时变动的状态，造成国际之间紧张、两岸的不稳定。但是又希望能够通过公投法，是当时是民进党政府的理念，所以妥协出这个版本。那实际上运作下来，包括在马政府的过程当中，成案的很少，然后通过的更是微乎其微，没有过。所以我想请教您是说，是不是这个双二一的门槛，我们应该把它适时的降低，才不会造成说任何的案件都是由少数否决就会没有办法来通过呢？在几次配合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其实也很高了，那这些人因为不愿意去投，跟议题的设定有关系了。
当然跟你讲的门槛也有关系的。哦，那事实上以现在的门槛，如果像配合总统的选举有80%以上的投票率，70%以上的投票率，就不应该有那种现象，那就会涉及到跟议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1/2的人有50%的人出席去投票，然后1/2的人投下去超过1/2，其实加起来就有25%以上就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在那一次总统配合总统的选举为什么会通不过？就是政治议题、政治性的议题太高，彼此之间大家我不好意思讲恶斗了，彼此之间在那边。在这个在争执了啊，在较量了，所以会有这种现象了。那世界各国里面有些是跟我们一样的国家也有了，但是也有国家是说，哎，只要超过40%的人出来投啊，或者是35%，也有这种门槛啊。这些其实如果做好好的研究的话，都可以去，但是用简单都是呢，我认为是万万不可的。简单都是为什么万万不可呢？如果这个时候涉及了国家重大的议题，结果呢，少数人出来投，结果就把这个重大的政策通过了，这是国家的灾难了。好，这个可能就会是在于双方不同的这个政党最根本的我们的这个理念的不同的地方。对，就是说哈，因为我个人认为。决定国家的国体、政体这种会影响国际或两岸事务的，我赞成继续维持高门槛。但是其他的项目的部分，其实在我地方公投了，我认为地方公投可以再其他的项目，在我国其实已经有一个法律，而且已经曾经公投过了，就是离岛这个建设条例。对对，对不对？对。所以澎湖也好，马祖也好，那是地方公投了，是他们也都公投过。那可是那个地方公投现在仅限于离岛特别条例。所以相关的议题你在本岛也是不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戒严，譬如决定哪个议题是危险的，哪个议题是有争议的，没有哪个议题可以，本岛也可以适合或不适合的。好，譬如说这样的一个议题里面，都应该要把这样的一个脑中的戒严拿开，这就会是刚才待会我们会讨论到公审会的问题，就是说公审会其实我们的讨论里面，在公投法第二条，它其实只能审查说。它适用法律的复决、立法原则的创制、重大政策的创制或复决、宪法修正案的复决，这是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当然包括自治法规的复决、自治法规、立法原则的创制、自治事项、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里面其实跟秘书长分享一下，没有任何一条足以让公审会去界定这件事情敏感或不敏感、争议或不争议，这件事情对国家灾难或不灾难都没有这样认定的权利。他完全的100%授权给人民，只要你符合我们的所谓的提案门槛、呈案门槛、投票门槛，都不应该有其他在公投法第二条这些项目之外的扩张的解释。地方性公投很少被退回去的。我们为什么会认？刚才很多的委员都一一的检讨了过去被否决的这些原因。这些原因，如果我们不在这次的修法里面把它约束，包括可能废除公审会。或者公审会的存在，但是给他予以避免他扩权或滥权，这件事情才是真正超越蓝绿，还权于民。因为马上执政的就是民进党政府。如果这个秋楼我们使得习惯了，变成惯例了，那以后就会变成是执政者他就拥有了上下其手的权利。我同意了，就是说你公审会你把它拿掉，你必须要有取代公审会功能的那个机关嘛，就分了两个嘛。世界各国有些是在宪法法庭，有些司法机关，有些是在国会。但是呢，不管在哪里，只要能够有这个功能的，就不能由行政院自己决定。如果行政院自己决定，更唐突。我支持。那如果说将来的主管机关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央选举委员会它是个合议制的机关，也是一个取代的方法。我支持，就是说所以我没有参与提案说公审会要不要废除。是是。因为我会认为公审会废除与否不是问题的症结。症结是那样讨论的那一群机关里面的人，他们有没有秉公处理？对不对？很重要。他们有没有真的回到公投法第二条的精神？你只能审查程序有没有正确，你只要确认他是不是法律的复决、创制等等，而不应该说民进党会认为国民党的某种议题有争议，我现在执政不让你公投，也如同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民进党的支持者有想要公投的项目被否决。我觉得我们这次的修法应该要在这个症结上。
把这样的人民的权利真正还权于民，而不是考虑现在是谁执政的问题。所以我最后再强调我的看法，就会认为说，投票提案的门槛我尊重大家意见，但是双二一只能保留在最具有国家国旗国歌国号领土等等改变这件事情项目上，不要造成国际的紧张跟挑衅，要高门槛。但是其他的所有其他项目，不管是分地方或全国的，我都认为可以把它分级，门槛要降低。中央跟地方的公投也可以把它分开来，应该要适时分级，否则现在所有的双二一，我会认为就会成为是一个公民无法公投的公投法。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李彦秀委员不在场。赖世宝委员不在场，卢秀燕委员不在场，蒋乃馨委员不在场，徐永明委员不在场，吴志扬委员不在场，何新存委员不在场，张立善委员不在场，苦拉斯委员不在场，尤美女委员，我是不是请那个洪委员来代主持一下？来，尤委员来。我叫你做主席者，来换我啊！来，你起来，你来换你了，换你发言，哎。主席。还有我们说在场的委员以及说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简秘书长，还有中选会的刘主委。刘主委，刘委好。秘书长好哈，主委好。首先呢，我想要请教两位哈，就是在本席的这个提案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公投能够把那个年龄。公投的年龄下降到18岁，两位赞成吗？同意，但是要跟是不是有必要跟一般的选举20岁一起考量，可以一起来并案来讨论。好，那周主委呢？对，一样。好，那当然知道，我们知道说这个选举权，哈，这个投票的这个选举的投票的年龄呢，它是规定在宪法的，所以当然在这次修宪的时候，原来大家就都同意要降低门槛嘛，但是后来因为国民党哈一直要把其他的就是绑在一起，所以就后来就修宪不成。那当然呢，在这里我们就是说，好，公投跟这个所谓的选举权其实是不一样的嘛。我们知道说，我们人民的这个行使的直接的民权呢，除了选举罢免以外，还有创制复决。那宪法上只规定这个选举权，它并没有，它只有年龄只有规定选举，但是它并没有规定到创制复决。所以呢，它虽然选举规定说是20岁，但其实它只是说它是一个就是说最低的一个保障。所以因此呢，我就说你不能够限于说你必须要到23岁或是25岁，但是我今天低于20岁的话，它其实也是在宪法保障的范围嘛， 对不对？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今天不问单独通过应该 OK 的。所以应该可以嘛，哈。好，那再来呢，我们也来看，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两龙公投嘛，哈，大家其实也批评了很多。那刚刚。委员呢其实也都提到，那这里呢就牵涉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门槛是不是应该要来下降。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呢，他在这个2014年4月的时候曾经讲过说，如果调降投票率门槛，改采简单多数决的话，会让死刑存会这种重大议题呢，即使只有10%的人投票，6%的人赞成废除，就能够帮94%的人做成决定，过于草率。那你觉得他这样的发言？我觉得简单多数通过的确是有这个危险，非常高的危险性。那这里呢，其实要去讲的就是说，好，他这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说纯粹的简单的多数嘛， 对不对？你如果说所有的门槛全部通通都没有，就一个简单的多数大家投票，那当然这里呢要去探讨的就是说所谓的公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公投目的就是实施直接民权，但是他也不是万灵丹，他就是补代议政治的不足了。
没有错，就是他要补代议政治的不足，或是说对这个代议政治失灵，所以要去补充嘛，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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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在这里就会牵涉到了，就是说，所以他公投第一个，他的项目可以公投的项目，他其实是应该是可以五花八门的。我们知道说瑞士是最喜欢公投的，所以他们也不会去设立了那么多的门槛，对，他们也不会去担心说哦这样的一个公投出来就会被反操作，然后呢就会变成只有10%的，就刚刚所讲的说只有6%的人去操作这94%的人民意，我想瑞士他们不会这样的认为嘛，对不对？所以这里就看说你对于公投你的想法、你的想象是什么。他如果说是真的是要补充，就是所谓的代议民主的失灵，因此回归到人民的直接的民权，让人民直接来表达意见，那这样子的话，事实上是任何的事情都应该是可以公投。在这样比较成熟的民主社会里面呢，直接民权也不，尤其在全国性的公投不宜太多了。像美国、德国很多国家，它就没有全国性的公投，但是地方上为了政策的推行，有很多地方的公投的确是很多，所以地方公投跟中央的全国性的公投的确有必要分歧了。所以这里就变成是说，好在其实在这个整个一个公投法，我们也可以更细腻的去规定嘛，对不对？就像刚刚大家有提到的说，哎，对领土的变更、对主权的变更，那这种是关系到我们2300万人的啊，这个整个一个前途的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可能门槛可能要高一点，但是它并不是一个设立的高门槛，把所有东西全部都挡在外面，然后一直在用这个在那里捍卫。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思考。没有错，就是说我们的立法经常是一个这个所谓的锯断式的这种立法，就是我一刀切下去，然后就全部都适用，结果就造成说你也把很多事实上是可以去公投的东西也全部都赶到外面去，就全部都不能够公投了嘛。我就举一个例子，像提案的门槛，如果万分之一的话，那马祖只要一个人提案就OK 了，这个不太合理，所以这个要分歧的意思。所以是可以更细腻的去规范，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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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可能会有城乡的不同，你可能会有议题的不同，那这些东西而不是就是一个一刀砍下去，那全部都是一个高的门槛嘛。那现在目前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高的50%的，然后双门槛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挡住所有的这些的议题都没有办法公投嘛。那以至于就是说人民一直要求还权于民，一直没有办法落实嘛。所以呢，如果说能够把这个公投的这个规定呢，把它更细腻的去规范，对不对？依照这个所谓的城乡人数的这个，所以在这里就牵涉到说，当我们在做一个立法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应该有所谓的政策影响评估？你必须要去有一些实证，然后呢，这个实际的数据去出来说，好，我把它定在多少，而不是在我们立法院里面，我们真的是在立法，有点像在画 paragon 喊价式的啊，百分之几、千分之几、万分之几多少，然后随便喊，然后呢就这样通过。所以呢，是像我同意你的看法。所以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在过去的8年，政府在定任何的政策，或是说在立任何的法律，虽然行政院有所谓的对这政策的影响评估、冲击影响评估，但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法案是经过这样冲击影响评估出来的？几乎全部都是，对不对？上面有上有政策，然后呢就一个就法案就出来了，然后就一个政策就出来了，然后就大家就是吵成一团，然后就把它变成是一个政治化的东西。那其实我们应该要回到 太政治化了，的确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回到那个行政院所颁布的，你所有的这些的法案，你应该经过这些的严格的冲击影响评估，然后去制定，就是说它有一个 SOP， 依照这个 SOP 出来的，它才是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立法嘛。对不对？那也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知道说，好，我这个法定下去，就像说好这样的一个高门槛，我不分什么样的议题，全部都一个高门槛，就把所有的整个一个直接民主全部都把它扼杀掉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更细腻的去做各种的这个评估，我们就可以去规范出说，好在什么样的议题或是什么样的，譬如说地方跟中央要分开，好，那或是说对这些牵涉到2300万人一定要去决定的这所谓的领土主权，然后国企什么等等，那这个就应该要高门槛。但是对一种大家所关心的社会性的议题，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事实上其实就一般的门槛就可以。好，所以呢，我们期待说，对于这公投的一个规定呢，是不是能够比较细腻的去有规定？是，因为就像说这样的高门槛，就刚刚其实也有很多的委员提到嘛，对不对？我们过去所举办的有6次公投嘛，对不对？没有一次，不管是国民党提出来或是民进党提出来，没有一样通过嘛。那所以这里呢，就是跟我们所谓的这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人民应该这个所谓的直接的参政的这种权利，事实上是整个都被抹杀掉了嘛。那
所以在这里呢，另外一个就是我在这次本席所提出来的，就是说对于这所谓的资讯的公开，今天既然要 公投，就是要让人民在一个充分的资讯之下，他能够去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可是我们对于资讯的一个不对等，好，在以往可能就是说通常都是针对的一个所谓变成是政治性的，然后就变成说执政党，然后就提出这所谓的对不对，以他的资讯，那对于这个反对的人，他的资讯变成没有管道去表达。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让，就是说由政府的工会，然后去给正反双方，他都有同样的时段，同样的这些的去做他们的反宣传的文宣，那大家都有在电视上同样的时段去做他们的宣导，那这样子才能够给人民一个完整的资讯，那这样公投走出来的东西才会是真正反映民意的公投，是不是可以？同意，同意。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陈吉迈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请教一下秘书长。啊，请秘书长。陈委员好，这个秘书长辛苦了啊、哦。谢谢。这个从过去几次的审查公民投票法的一些部分条文的修正案、哦、不管这个哪一个委员所提出来的一个版本、哦、大概、都非常清楚了、哦、就是。降低所谓的这个门槛、哦、不管是提案联署跟通过门槛，或者是说废除公投审议委员会、哦、那你的了解啦、哦、行政院呢、啊，从历年来过去啊，到现在，这个到底、哦、提过几次的公投法的修法 的版本？行政院到底提过几次？啊，内容是什么？几次？不知道。还是你的行政的时间不够，啊，英俊，所以你较不清楚。我来了以后，来为了这个就来了，今天是来的第二次。我说修法了，行政院的版本说要修公投法嘛。既然大家的过去大家皆有批评说有一些公投法当时的草率立法，从1992年到现在，大概提了几次？三次吧，都不知道。行政院的、啊、哈，这个版本委员的版本非常多，行政院版本提过两次。好，我的印象，假如没有记错的话。一次是修正这个公投审议委员会的组成政党比例这个违宪啊，所以大概这个就修掉过一次啊、哦，大概有届期不连续就送来。那另外一次修正的重点大概是行政院又把这个所谓不代籍投票放到公投法的修正，其他从来没有。以过去啊，在前几届的这个立委所提出来的这个修法，当时我在立法院啊。哦，有部分的条文是最后国民党借由他人数的多数强行表决通过的，比如说第10条跟第14条相关规定条次上的一些规范的内容有一些竞合。对，好、哦，第10条跟第14条，比如说10天完成审核，在第10条，对对，那14条说15天你要去驳回，对的，然后第10条又提到说这个10天内要举行听证会。那另外主管机关驳回的机关又不同，有一个是公投审议委员会，那一个是行政院。那就是很明显，当时在国民党表决，那跟现行的一些行政院条文不同，所犯下的这些立法的错误，那我们行政院从来没有就这个部分提出有关公投法的一个在施行上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在立法院通过的一些错误的修正意见，从来没有。你们只关心这一个公投审议委员会跟公投的门槛是不是在立法院的一个处理啊，可能在。这个委员会被表决，所以行政院就公投法施行，从来没有提出这个相关补正的一个意见，所以我觉得坦白讲，行政院的一个心态啦，好，从你们到底要不要提出修法这个意见，其实来看，就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好，这是第一点，我还是要跟我们这个行政部门啊，这个表达我不认同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刚刚秘书长你讲到，你特别讲到说，所以你要对历史负责哦，对人民负责。那你这样再讲，不是在修理我们这个陈超明委员吗？陈超明他说这个公投法都要改啊，
我没有说要改跟民进党的版本一样，他以后民进党的版本他不会反对啦、啊。那你还是在坚持过去的这些，包括门槛、公投审议委员会啊，那你不是在打脸陈超明吗？那是行政院的立场，跟黄昭顺的意见吗？没有没有。所以行政院的立场跟国民党的立场不同，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所以你是对历史负责，那黄昭顺委员跟陈超明委员是对历史不负责。我们尊重新国会跟新政府的意见呐、啊。对啊，那你还是对历史负责、啊、类似这种重大案件，在行政院都会列入移交了。那我的意思是说，那好了，国会假如现在通过。譬如说，类似郑丽君委的版本合议通过，那你要不要对这一个这个通过这样相关的这个法案，你认为是不负责哦？尊重，对不对？因为你的立场很明显的跟这些委员的提案的立场完全都截然不同、啊。但是我们尊重新国会啊。那你尊重，那你负责，你还是不愿意就整个相关的这个意见来表达这个支持、同意的一个立场吗？你还是站在反对的立场啊！从你送来的说明里头，你没有一项是同意这些委员就门槛公投审议委员会的意见啊，你都没有同意啊。今天的报告就是代表行政院的立场，国会就不负责，哪有这种道理呢？对，这个是非曲直由人民自有公平的、啊。这个最后的结果论，这个国民党其实自相矛盾的、啊、这个包括我们行政也自相矛盾，人民是非自有曲折。那就是要尊重民意嘛，对不对？那你们一方面又把这个门槛定得非常高，让民意要是非自曲折自由公断，你又把公民投票法相关的这个权利又把它做限缩，然后把这个门槛设高啊，然后国会认为这个部分必须还全民，你们又反对，又说要对人民负责，所以行政院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漏洞百出嘛。你们这种做法啦，才是对于人民的极度的不尊重。你们这个不是对人民负责啦，你们是对国民党负责啦，你们是对特定政党负责啦，你们不是对历史负责啦，你们是为政治利益负责啦。新国会的版本也还没有出来啊。新国会的版本很多委员，对啊，还没有很多委员的版本、啊、还没有，我们今天在审就是在审查，整合出来、啊，审查各委员的版本啊，也有万分之一的，也有千分之五的，千分之三的都有啊。我说各种版本，所有的方向都是想要降低门槛、啊，我就反对啊。这有什么要解释的呢？对啊，我在2005年，我曾经担任过公投审议委员会的委员，开会的过程我非常清楚。进来所有的这些，包括说政党的代表，全部都按照政党的意思在投票。在2006年9月4号，当时第一个公民投票法的一个案，尤锡坤先生所提的对公民投票法的一个案，我们公投审议委员会当时把它做成这一个驳回的这一个理由，你知道他的理由多好笑吗？这个秘书长，我问你了哈，公投审议委员会可不可以做违宪审查？可不可以？所谓的违宪不违宪，当然可以提出。如果他违宪，可以提出事实。可以啊，可以提出事实、啊。公投审议委员会可不可以做违宪审查？当然不可以。但当然不可以啊！如果你做出违宪的审查、啊，可以提出事实。当然不可以，当然不可以。驳回的理由在2006年9月4号，尤锡坤提出党产的这个公投，公投审议委员会国民党主导的情况之下，审查不合规定的理由，本案违反宪法的规定。人民的工作权、财产权受到保障，所以这个违反你就把它驳回啊？没有，他认为没有违反，他认为有违反，他本提案违宪、他认为有违宪的规定，怎么财产权是这个宪法所保障？这个因为针对特定人及中国国民党的财产明显违宪，你就把人家驳回啊？但是要把人家驳回啊？但是第三者可以提出释宪啊，提出释宪你就给人家驳回我，所以我刚刚讲说，公投审议委员的执掌。你可不可以作为这个相关，你包括变成大法官会议的一个权责，作为一个违宪的一个审查，可不可以这样？当然不合理啊。当时你担任，对不对？当时你担任那个时候是由立法院用政党比例的，后来现在改了。当时就是因为国民党多数啊，我们都反对啊，所以我们后来我连公投审议委员，我们都民进党所有的委员都辞掉啊。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更离谱，现在你们几乎是后来所有的这些都是在遂行政党的意志啊 ，ECFA 的公投也是啊。蔡主席，民主进步党当时蔡英文主席在2009年7月20号提出 ECFA 的这个是不是可以交付公投？那反驳的理由说不符合规定，就一句话，
把几十万人的这个联署全部都把它否决掉，他会有理由，对不对？否决的理由，说会提出具体的立法原则，难道这个不是属于重大政策应该交付公民投票的一个规定吗？这听不懂吗？秘书长，你不用看了，你不用看那些资料了。他有理由啦，他有那些理由，我现在手上有，问你了哈。好，你认为啦哈，台湾跟中国签订这一个 ECFA 是不是应该交付公民投票？你个人的看法，你个人的看法，你同不同意？赞成或反对了？我问你了。不一定呢。不一定，那你所以你不会去投票吗？你不认为 ECFA 应该要交由公民投票吗？啊、所以那一次的案不是啦，我现在问你啦，这个跟公投无关的啦，我现在问你这个问题啦，这个命题啦。我 ECFA 交由，假如我们跟台湾跟我有可能去投票啊，你可啊你会赞成还反对啦？我现在问你啦，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啦，不是说在窥视你的投票秘密。我觉得这个案，我觉得当时公投审议委员会的决定很对啊，你同不同意啦？这个东西不一定要透过公投来。我知道啦，我现在就讲公投这个，我现在不是在问你公投的题目，我现在在问你说。这个 ECFA 要经过公民投票程序，你同不同意？我不同意说要用公投审议委员会。我现在不是在问你这个，我现在在问你说 ，ECFA 你认不认为？我保留应该经过公民投票。我去投票，我没有投，怎么你现在问我现在问你同不同意要经过公民投票了？我现在问你那么简单，这个跟公投题目无关呐。对啊，同不同意啦？那我为什么今天要跟你答复同意不同意？不是你在国会啊，我现在问你啊，行政部门的意见啊。我要投票只是同意不同意。所以我现在问你啊，这个不是、啊、秘密投票，我也不一定要告诉你啊。我现在，你在打吹口呢？我现在在问你说，这个 ECFA 政府签的 ECFA， 那你同不同意要经过公民投票，交由人民来做决定？你同不同意？我现在不是在问你公投啊。我尊重公投审议委员会的决定。你尊重公投审议啊？现在没有公投，我现在那以前做过决定啊。我当然我们主席啊，他在浪费我时间。我现在问你，我现在不是在问你公投的题目，我现在立法院在问行政院的秘书长 ，ECFA 签完之后交由公民投票来做决定，你同不同意啦？我的意见跟以前公投审议委员的决定一样，一样什么？一样什么？我现在又不是在叫你公投，我现在只是在问行政部门的意见而已啊。就不成案嘛？所以你看，国民党的政务官。为什么从头到尾都一直在挡公投法？这个那么简单的一个命题，对不对？我只是在询问一个政府部门行政院的秘书长，问说 ECFA 是不是交由公民投票来做决定？你还是在闪躲这个问题啊？没有闪躲啊，对不对？这个不是在问你公投的题目到底是什么样，这样合不合适？公投审议委员会，你还在绕圈子？啊，就你还在绕圈子？这个非常清楚嘛。人民觉得说，你刚刚说人民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哎，把交由公民投票，这么那么简单的一个命题，谁不懂这个命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讲你若签 ECFA 啊，到底让人民来用公投，安尼好还好？这条问题你也不要答。可以不可以要经过审查？有没有符合公民投票法的规定？所以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讲公投嘛？你是在浪费，你是不尊重国会嘛？我说我现在在凸显的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命题是很简单的一个命题，大家都懂的命题嘛？对不对？我不以为要通过，要经过公投嘛、啊？那我问你啦，变更领土是不是要公民投票？你同不同意？变更领土，宪法有规定，就按宪法现在的规定。那我问你说，核市场要盖，要不要？可不可以经交由公民投票来做决定？可不可以？当时有提，也有人提出这个议题、啊，可不可以啦？你行政院表达过立场嘛？但是要全国性的公民投票，可以啊，可以要全国性公投、啊，可以嘛？对不对？对，要全国性公投、啊，合适。要不要经由公民投票来做决定？你说可以，要全国性。那 ECFA 签完，交由公民投票来做决定，你不敢，你拒绝回答。这个可以不可以？不是你对不对你我在做决定的啦。反驳的理由，当时被反驳的理由说内容不明确，哪一点不明确？为什么要核市场要盖？你尊重我，核市场要盖，交由公民投票来做决定，你说可以。我说 ECFA 签完，交由公民投票来做决定，你说这个不可以，要经由公投审议委员会来做处理，语义。两个命题的语义哪里有怎么不一样？哪里有什么不清楚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公投审议委员会当时在2009年审议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语义不明确，就被你否决掉。所以，这个公投法为什么大家在批评说这个是鸟笼公投？这个公投审议委员会变成公投提案的杀手，完全都是政党的私心在作祟嘛？对不对？有政党的偏见在做审查嘛？也做违宪是否违宪的审查，也做法律的实质审查，也做政党意志的实质审查嘛？这问题出在这里、啊。如果没有公投审议员做决定，谁来做决定？
行政院自己只能做形式的审查啦，不能做实质内容的审查啦。这个才是跟我们过去立法院大家结在为什么在批评，说我们的程序委员会在做实质审查，本来就是你只能做形式审查。政党轮替之后的程序委员会，民进党在程序委员会在档案。如果他违反法令规定、公投法的规定，怎么可以做刑事审查呢？你们在做实质审查，当然要做。你们做违宪的审查，当然要做实质审查。对呀、啊，对啊，你们就是在做这种利用政党的这种，包括这个总行政部门对于不同意见的这个内容的实质审查，造成衍生所有的公投法，到现在人民的一个提案里头，只有几个案通过在审查，其他都是都被否决啊，变成公民不投票法、啊。的问题是在这里啊，所以我坚决主张公投审议委员一定要废掉。我也为历史负责，我也为人民负责。大家你可以主张啊，你当然可以主张啊。我们如果立法院通过，我们就尊重、啊。哎，好。好，接下来吴清明委员。主席我请我们秘书长。委员了。秘书长，针对我们公民投票法哈，一早我伫只听真侪委员拢咧讨论这个问题。尤其公民投票法，会当讲吼，伫咱的1992年到今嘛，有6次是中央，3次是地方，但是伫这几遍，完全伫这十几年来，6个案，6个案嘛，6个案属于中央嘛，三次是地方嘛，但是伫这十几年来，完全吼无一件拢有通过，这代表安那？代表吼，咱今仔日所看，真侪国民党甲民进党，大家拢共同吼的观点。共同吼，是感觉讲咱的门槛上超过悬，尤其伫咱的提案门槛，包括咱人数门槛，包括伫咱未来咱的多数者这个部分，是不是爱彻底来做修改？吼，秘书长，你的看法如何？当然可以修改，对，可以修改嘛，哈，对 对。因为吼，卖互外面吼外界大家拢讲吼，咱是鸟笼的公投。所以这对咱整个社会吼，咱的民众的观感非常的歹。所以这是未来是政策无好的所在，咱一定爱赶紧提出，赶紧来做修改，吼，才会当讲符合着咱的民意。吼，所以讲伫这个部分，吼，秘书长你的看法嘛是值得爱来修改嘛，是不是？对，是嘛，哈。啊，未来降低门槛，所以现在才有，我们在立院今天就有10个版本。哦，好。哦，因为这是咱是爱符合民意嘛，哈、哦、啊，所以讲哦，针对这个公民投票法，哈、哦，咱这个部分，哈、哦、啊，希望咱的行政院虽然离520已经啊真近的时间，但是嘛是爱有作为嘛，哈、哦、啊，过来针对讲哈、哦，咱因个20岁，哈、哦，要降低到18岁啊，这个门槛，尤其伫1903年，伫咱日本就开始咧实施嘛，哈、哦。啊！伫咱这个部分，伫咱目前吼，咱秘书长你的看法咧？乐观其成。乐观其成嘛，那降低是没问题吧？哈，因为即马会当讲是伫媒体啊，非常的选举嘛，哈。一般的选举的投票权要涉及到修宪的问题的，这个部分应该没有关系，对。哦，没有关系嘛，哈。因为即马伫网络的普及，包括讲吼，伫咱的PTT 比真侪吼，咱的媒体真侪，咱的18岁即马的青少年。大家对政治对咱的民众，吼，因拢是有非常大的期待啦，吼，所以会当讲降低伫18岁的门槛，和咱的青少年，大家能踊跃吼来参与这个吼咱的政治活动哦，这是一个真好，吼，这嘛符合着吼咱的社会，吼一种公平性哈。针对讲吼，这18岁这个青少年无问题，佮针对讲吼不再去投票，吼啊，我嘛。伫呾秘书长吼重申啦，因为咱台湾哦建立即个投票的制度建立了非常的好，即拢是由来着过去政府大家拢真用心。你讲吼真侪，包括讲伫领票、监票吼，包括登票，即个制度建立了真好。但是即摆推动不再只投票，本是由心的安啦。有真侪咱的华侨，真侪咱的台商，
真侪咱的军人，真侪伫监狱咧服刑的。伫这个部分，咱来讲草率来通过，这未来对咱整个哦，咱的社会，对咱未来，咱的政治，拢是一大的考验。不再去投票，境外的不包括在里面。像台山，他要投票要回来，这个海外要回来，不能在海外用不再去投票。哦，好。哦，那这有排除啊？那我请问啊，未来在咱的军呢，加监狱呢？军呢，肯监狱理论上因拢有投票权，尤其感觉内底人嘛是有投票权啦，所以尽量会当加纳入是上好的啦。但是我认为讲吼，因为这绝对唔好草率，技术上的问题啦。对，嗯、因为毕竟吼，咱即马吼好不容易在咱全国人民大家咧投票，拢无讲过去讲有当票的瑕疵，但是即马会当讲吼，伫这几乎降到零，所以讲伫这制度会真建立了非常的无简单，啊嘛建立了非常的健全。如果这个部分大家还没有共识的话，可以把这个部分先排除，由小而大，嗯，由少而多，可以慢慢做了。好，好、哦，啊，这是本席的建议，哈、哦，绝对咱吼行政院这边虽然是一个月的，但是咱嘛是爱有作为，哈、哦。啊，伫遮吼，感谢，吼、哦，谢谢，感谢，谢谢。好，接下来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场，姚文智委员。好，这是各位先进，我想请秘书长跟陈部长，两位来，请两位。好，姚文好。哎，姚文好。来，两位好，也辛苦了哈。那今天又排公民投票法，其实我感触特别多了哈。这在一年前，啊，也就是今天了哈。这我当招委的时候审查公民投票法啊。那4月27号是这个确认议事录。4月22号，我们陈战到，应该到晚上哈、啊，然后我还因此开放旁听，被送纪律委员会、啊、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法案啊，坦白说，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再咨询了啊，因为基本上这个大家不同的主张、不同的位置啊、不同的观点。包括像刚刚招委陈其迈主席刚刚所罗列的啊，还有今天质询的，我看大概都已经讨论很多了啦。啊，那个基本上我过去一直常讲啊，台湾生存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啊，一个依靠。其实就是民主，啊，那怎么样更民主，啊，怎么样让台湾的民主可以在世界啊昂首阔步，啊，来这个民主带来我们生活的这个改变啊，政治参与的落实啊，那我个人一直觉得这个公投啊，并不是在补充代议政治的不足了啊，这个我其实上次也讲过啊。那公投怎么样建立一个制度，让它变成是我们跟选举啊，跟选举决定人啊，公投决定事，变成我们民主生活一个可行而且可长可久的一部分啊。我想这个也都老生常谈了哈。至于很多法令的细节，这坦白讲哈，这个我也要跟主席提醒，我觉得未来还是要新的政府哈。新的政府的，因为内政部长人选现在也还没出来啊，这未来真的也啊，秘书长已经出来了，但是新的团队这个在法案的审查里面啊，这个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个秘书长是未来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质询你啊？啊，我们这个事情好讨论这么久，你的感想如何？我刚刚说的那段话。那个你同意不同意？同意，感触良深。因为你刚刚有提到520之后新政府新国会可以一起来努力，那我们今天来，我们只是把我们意见提出来，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谢谢了哈。其实我想，这很多的细节应该不需要再讨论，你请回了哈。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陈部长啊，陈部长是啊，这个当然跟公投法关系不大了哈。不过因为今天这两天大家讨论这个有关于都更的问题，我也请教你一下啊。那同样的啊，同样的我也知道啊，我们过去三年来啊，有关于都更的修法，我们历经。我想至少有20次以上啊，马拉松的会议啊，这个并不是这个大家不想把它完成啊，那只是这里面的落差啊，怎么样协调，怎么样建立一个这个制度，促成这个都更它有效能，又能够兼顾居住的正义啊，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了哈。那我也看到你有对媒体回应这个张景生。哦，你说他的这个言论你不自评，但是对于文林院啊的事件的发生，的确造成这个都更很大的一个阻碍，对不对？对，没有错嘛，哈。来，那今天早上啊，这个又有这个国民党籍的立委啊，认为说张景生的发言啊是要扼杀民办都更，你的看法如何？我因为没有看到那个发言的完整内容，我不晓得。张景生的发言你有看吧？张景生的发言我看。好，那这个民办都更会是张景生，或者是我们在讨论里面，我们在这个这么多年以来啊，你也我们都一起讨论嘛啊，会是一个民进党的委员或者是张景生，会去要去把民办都更扼杀的。一个做法吗？会吗？因为我你的观察有吗？我因为我不晓得他谈话的这个论点了、啊、但是因为啊，过去这个文林院的事情的确让啊，这个大家在这个要不要动用公权力来这个最后把啊这个做执行拆除有一些啊这个很大的差异性的、啊、那这个到底啊这个怎么样才能够？让所谓的程序正义又兼顾啊居住正义，的确到现在大家没有共识，而这个没有共识是影响到了啊都更推动啊。但是有没有人说这个现在哈、啊、这样子啊，部长我这样讲了哈、啊，我一直觉得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要负起更大的责任嘛哈、啊，我提的法案也是这样，你应该也了解啊。我认为要组织人员、机构、预算啊，或者各种调整。那同时呢，这个都市的更新要以真正具有公共性啊，具有这个整个都市发展啊的一个格局的区域啊来进行，也就是有的人说是大街扩啊。那以在政府在都市计划法底下啊，政府要扛起这个责任，也就是真正的公办啊，不是公有地的都更啊，也不是这个。这个公部门啊，主办发包的这样的一个都更啊，哈，这个过去一直讲啊，但是这中间过程有人，啊，有任何人说这个民办的都更我们要完全把它废止吗？有没有？倒是没有，但是啊，大概有人提到了，就是说，如果民办的都更它的奖励值要降低了，我想在提案里面大概有人这样讲嘛，哈，但是您刚才提到的。其实我们的主张也认为说，政府在都市更新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都市更新规划，而且也是要大的区域的做一个更新的计划，而不是一个小单元的，好像是大家想到哪里做到哪里这样的都市更新。那民办的是不是都是小单元？那现在对不对？不是，你应该这样讲说，民办的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整体的规划？部长，对，今天。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再质询你了，大概不会了啦，也不一定，还有两个礼拜还不知道哈，还有今天不要再争辩啊，今天是借这个机会啊，因为今天国民党立委开记者会，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没有人要扼杀所谓的民办都更，你刚刚所提的民办或者建商主办的都更，它其实是在整体的架构底下。因为它的公益性、它的公共性的欠缺，所以它的奖励啊，应该比公办的少一点。
这是一个整体配套哈，我相信这个内政部的很多同仁也都同意这样的一个方向跟做法啊，不要曲解啊，也不要因为一件事情啊见缝插针啊。这个未来啊，未来当然我个人是期待这个都更条例呢啊，如果真的做不下去，因为我记得我有问过你啊，大台北都更如果要两有一家媒体统计啊，联合晚报登在头版。如果要2300年，那我们之前的修法的努力能够缩减多少？好，我记得那时候不晓得是你还是你们的同仁的答复，还是署长的答复啊，大概只能缩减一两百年，也就是我们大台北的都更还要2100年。那坦白说，我们不管是你的角色，我的角色，我们都愧对国家人民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讲找出一个真正解决之道，你我都一样，都是尸位素餐在这里了。恭喜台，好，这为什么后来我认为都更条例可以不要再审了啊？未来应该要废止，它应该变成两部法案啊，变成一个完全以公办为主的都市再生条例，再加上真的符合现在市场上啊，我们这个民间现在一般在进行的建商主导的啊，它其实只是老旧房屋改建的奖励条例，我们一样给他奖励，但是他有些施政啊程序上的各种措施的差别嘛啊，我想部长你也稍微点头了，我觉得我们这个也不必再细节再讨论了啊，我是觉得说这个不需要这样啊，今天张景生的发言呢，我们固然认为他流于情绪啊，他这个。就他的身份角色有所失当，啊，但是未来这个都更的调整，都更法令的修法，啊，未来政策的方向，啊，应该是要非常理性，啊，非常理性，在过去的基础上，啊，那重新大刀阔斧的调整，啊，不要在这个时候节骨眼呢，还在见缝插针，这个还在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这种。这个有一个人当然讲错话，后面的人呢、啊，像这秃鹰二郎一样啊，继续来扭曲丑化，毫无必要了，毫无必要啊！就像我今天也其实真的也不晓得，就公投法啊，这个还需要啊，还需要再质问两位一样啊，因为人民已经做了决定了啊，人民做了决定啊，未来就是。在新的政府、新的体系里面我们来调整。好，谢谢。好，接下来杨振武委员来。谢谢主席啊，我们请那个秘书长。好，谢谢。哎，杨委员好。哎，秘书长好。哎，秘书长辛苦哈。谢谢。那个，我应该是今天最后一位质询的了，所以我来问完，大概在喘气一下。听了一个早上，我想，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内政委员会讨论过很多相关的这些议案啊，还有这些相关的这些修正案。本席一直觉得，其实大概内容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现在的社会都期待，就是希望能够还政于民，扩大公民参与。我想这是一个精神。我相信不管是行政部门也好，不管是各党派也好，对于这个精神，对于这个方向，基本上都是认同的啊、哦。是，都是认同的。那公民投票是一个直接民主的制度，也是补充代议政治的不足。那我其中呢，我想今天早上已经讲了那么多了，我仅就我自己还有一些疑虑的地方来就教一下。第一个。秘书长，您去年在内政委员会的时候有曾经提到说，哦，因为地方性的公投跟全国性的公投，哦，因为人数或者是一些规模的考虑，所以有考虑要把它脱钩。那在当时您讲完了之后，这个部分您有没有行政院有没有一些版本或者是一些做法或研议？没有，当时是因为这一次在新政府这一次，因为提出了，我看大概有。九个版本，就包括行政院有十个版本，这里面的意见真的非常的分歧。如果这个部分能够在立法院能够做个整合，我认为是比较恰当的。当然，
我可以理解你当时这样子回答的时候的背景是考虑到，因为有一些极端个案或者是我们某一些选区它的人数比较少，那我这边也就不再去赘述这一些相关的案例以及人数了啦。但是我要表达一个立场，就是说如果要将全国性的公投门槛跟地方性的公投门槛脱钩，那势必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在某些区域在某些区域你地方性的这个公投门槛势必会比全国性的要高。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某种程度是剥夺了该区域的人民参与这种直接民主政治的一个权利。也未必了，比如说连江县，它的人口很少嘛，对，它的提案跟联署的门槛可以稍微再提高了，或者你万分之一也好，你说万分之一一个人怎么提案？但是秘书长啊，你安尼也变成一个情况全国的跟地方的是两种，地方的又有分人多的跟人少的，又是两种。你到时候这样子的考虑在实务上啊，我觉得在实务上或许会减少我们本来疑虑的事情，但是会新增很多不必要的困扰。同时，在有关宪法赋予人民的这些相关权利上，其实是有疑义的。所以，不管今后是谁执政，我想在面对这一块的时候，本席还是要提醒。有啦，国外也有类似地方跟中央不同比例这种现象。对啦，但是不能分太多啦。对啦，对啦，不能相差太多啦。哎，没在混淆这一了哈。对了，对了，不能想。另外就是这次我们行政院提出的这一个公投法的修正版本，我看到里面有一个不在籍的投票规定这一块。对，我想先请教一下，就是说您个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不在籍的投票？我非常支持不在籍投票这种做法，不管是公民投票也好，或一般的公职人员的选举也好，如果能够让，比如说居住在金门、马祖或屏东的人，然后在选举投票日，他可以不要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户籍所在地，刚好他有事在外跑到台北来，可以在台北投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减少这种往返奔波的这种成本。没有错，好，我而且保障投票人的投票权。没有错，我大概就跟你讲两个例子一个就金门，一个就乌丘了。对，金门现在的户籍人口数约略是130,000。那以今年初投票的时候的有效选举人数大概是106,000，投出来的票数是30,000多，这个投票率是非常低。那当然这也牵扯到这个所谓的投票成本，对。所以我想，为了要能够保障我们大多数，因为离岛毕竟有它的特色，那我相信不止离岛了，在本岛也一样，有很多在外县市打拼的这些这些我们的就业的人口，对。那我想这些权利都是需要保障的，特别是我们讲到乌丘，您知道。乌丘的乡亲呢，以一次回去，我们办一次大选，他们回去一次投票，每一个人的成本大概包含政府的成本，平均把他的票数开出来之后，整个选举的成本除以这个票数，您知道一个人的成本大概多少钱吗？不知道，大概了一张选票的成本大概要30,000块，30,000块，爱杀满扣了，爱杀满扣了，这个包含什么？包含，譬如说乌丘，它的本身它的交通不便，然后它还有国防部要支援这些军舰什么的，是是是。所以在这个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他们每一张的成本将近30,000块，您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让人匪夷所思的数字吗？所以你举这个例子，就是不在籍投票一个典型最有利的例子了。没有错，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我想本席是非常赞成不在籍投票。那不在籍投票呢，又称为便利投票，大概全球有90多个国家实施，只是说每一个国家它实施的方式或种类略有不同了哈。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大概都是有共识。另外就是说，行政院这一次提出的这个不在籍投票，仅限于国内的移转投票。对。那海外侨胞跟台商的部分没有规划在内，不可以。原因是为什么？没有共识，而且太危险。太危险。对，如果你用通信投票，那这个还没有投就知道，这个会容易被受影响。嗯，人国外嘛，而且我们不危险。那我们台湾的民国情不同，不一样。对。我理解你说的国情不同是什么了哈。好，那在这个国情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也不去深究了啦哈，因为这个所谓的国情不同，大家心里都有数。反正打完了，都了啦，公路打掉哈，都什么都不同了哈。这个我也不去深究了。但是本席至少是要求一件事了哈。我们在全世界各地有将近120个驻外管处，1,000多位长期在国外为国家打拼的人员，这1,000多位人员，他们长期以来他们的投票权是被剥夺的被牺牲的是。
那您觉得说这一千多位长期为国家在第一线在世界各地打拼的这一些同仁们，却因为我们的规定，他们无法行使国人的应有的权利，合理吗？这些应该让他们有投票权，可是在技术上很难克服。嗯啊，那打行龙不克，打行都很难克服，很难克服。如果说我们刚才讲，如果在国外流出了几张选票的话，没啦，金龟爷你大掉啊啦。不过我想是这样了，我还是提醒，我还是提醒行政院要去仔细的评估，就是说，如果认为说侨胞跟台商的部分有所疑虑了，那至少我们这些驻外的国家派出去的工作人员这一部分，在我们修订相关法律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权利是要给予适当的保障的。而且公务人员，我想相对的疑虑也比较少，也不涉及对岸嘛。好，我想这一千多位的长期在外面的这个，我们还是要去给他保障。最后有一点提醒的，就是说我看到有一个版本是有提到说，在公投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涉及到妨碍原住民的相关权益的时候，必须要予以保障或排除了哈。这个是说，我看到有一个修正条文是有一个版本是说，公民投票涉及侵害、变更、限制原住民权利，应取回原住民族的部落的知情权这一些哈。其实按照我们宪法第十条、第十二款的那个征修条文里面有写到，其实不止原住民啦，对离岛应该是一同啦。所以我想在这里提的就是，当我们在修订的时候，如果有涉及到对离岛权益侵害的时候，也是要比照这样的精神来保障。这些可以透过立法来处理，也不一定用公投了，要透过立法。对，没有错。那只是本席在这边就提醒一下，这些权适当的权益要给予保障。谢谢，好，谢谢，谢谢你。好。这个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初步代表外区已经与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好，那本日会议委员所提质询及未及答复部分，议定请以书面答复。那这个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我们询答进行到这边。那假如顺利的话，我们在下礼拜，我们再继续进行逐条。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询答进行到这里啊，我们在。下下礼拜再进行逐条的审查，好，散会。